我们报告联席会，移除法定人数。那我们现在开会。那本次的议程，会议议程是审查我们行政院函送的，这个审议长期照护服务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那还有本院委员严宽恒等16人拟具的长期照护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案两案。那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在场委员，现场的委员哈，还有这个列席的官员，我们有这个吴秉睿吴委员，好，还有这个池永宏委员啊，因为今天我们是卫环跟财政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哈。那今天我们有行政部门的部分有卫福部林昼延林部长，好，还有李宝静李政务次长。还有我们护理及健康照护师师长蔡淑凤蔡师长，好，那社会保险师是专门委员陈淑华陈专门委员在后面哈，好，法规会参事高宗贤，好，那还有我们社会及家庭署的署长简慧娟，简署长，那还有国民健康署上午是王英伟王署长啊，那食品药物管理署的研究员周梅君。好，那我们财政部有常务次长吴志新吴次长。好，我们财政部户税署署长李庆华，好，署长哈，还有我们国库署的副署长严春兰，好，那还有关务署的副署长谢连吉，好，那我们法务部的参事刘英秀。好，还有我们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的陈梅英专门委员。好，我们还有我们中央健保署的李博章李署长也来哈。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请进入这个长期照护服务法的一个修正草案，我们要请提案委员严宽恒委员来说明提案要旨。严委员不在哈，那我们就现在就依序请我们卫福部跟财政部来报告，报告完之后我们来进行询答哈。那我们先请卫福部林昼延林部长，10分钟好。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大院针对长期照护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严宽恒等16拟具的长期照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二案召开审查会议，以下请求委员提案版本提出报告，希望各位委员先进不吝指教。一、行政院长期照护法修正草案的重点：第一，为扩大长照服务的经费，原修正第15条增订以调增遗赠税。烟税所增加之税客收入作为特种基金之裁员。第二，为维护接受服务者之权利，原修正第22条，对于本法施行前已经设立之私立机构，除有机构扩充或迁移之情势外，已不受法人化之限制。第三，为使现有相关长照提供单位更续提供服务，原修正第62条，对于本法施行前已从事长照服务者，得依原适用法令继续提供长照服务，并删除本法施行后5年内缓冲期之改制规定。第二，委员严宽恒等16人之重点：一、第15条。增订第2项第1款规定，遗产税及赠与税税率由10%调增至15%以内所增加之税客收入。另增订第4项规定，中央主管机关应每3年订长照发展计划，制定目标值，并定期公布实施情形、检讨结果。二、第19条，修正第1项。并增订第5项规定，三亲等内家属得支领补助津贴。第三、第22条，新增第3项，本法施行前已依法设立
之机构，机构是长照服务之私立机构，除有扩充或迁移之形式外，不受第二项之限制。四、第六十二条，本法施行前已经从事长照服务者，仍得继续提供服务，并删除五年内缓冲期之改制规定。本部对上开意见之上开草案之意见：一、针对第十五条修正，为更积极回应民众之长照需求，原行政院版明定遗产税及赠与税、烟酒税、税金、烟酒税、烟酒烟税品应征税额，新增加之税、新增加之税课收入作为长照服务之指定财源，令长照计划及公开资讯已于长照服务法第十四条及第十六条明定。第二，针对第十九条修正，考量立法意志是为长照人力之管理及运用，本部课程研拟长照服务人员训练认证继续教育及登录办法草案。另外，为减轻经济弱势老人家庭之照顾负担，本部也以一中低收入老人特别照顾津贴发给办法办理相关照顾津贴发放，原本条不建议修正。第三，针对长照服务法第二十二条及六十二条之修正，本部竟表同意。决议以上报告，请各位委员继续给予支持，谢谢。谢谢林部长的一个报告哈。那我们接下来是请财政部，财政部是由我们吴次长来做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今天大院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长期照顾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严委员、宽恒等十六人离具长期照顾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诚邀列席，深感荣幸。以下仅分别就上开草案的简要报告及说明进行指教。长期照顾服务法第十五条修正草案增订第二项第一款及第二款，订明遗产税、烟税、应征税额调增部分所增加的税课收入作为长期照顾特种基金来源，并于第三项订明这个税课收入不适用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规定。财政部也配合研拟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以及烟酒税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并且已经在105年10月21号已经函请大院审议，预估这两个税目调增的税课收入约新台币288亿元，分别说明如下：第一部分，调增遗赠税税率部分，为了落实遗赠税课征的目的及符合社会期待，配合筹措长期照顾的裁员，我们研拟将遗赠税由单一税率10%调整为10%、15%。以及20%三级累进税率，预估每年挹注长照特种基金约63亿元，详细估算敬请委员参阅。第二部分，调增烟酒税烟品应征税额部分，我国目前烟品税捐占烟价比重约48%，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烟品税捐至少应占烟价70%相较，我国烟品税捐尚有调高之空间。基于烟害防治及衡平烟品税捐的考量，以调增烟税的方式达成以价质量维护国民健康，并作为长照的裁员。依照预估，烟税如果每千支由590元调高至1590元，每年将挹注长照特种基金225亿元，为烟税调整后烟品的消费数量会减少，因此烟捐的部分会减少67亿元，那预估每年中央政府的财政净收入增加158亿元，那么计算方式也敬请委员参阅。另外，在第三部分，我们严委员、宽恒等十六人提案建议修正长期照顾服务法第十五条增订第二项第一款，订明以遗赠税税率由10%调增至15%以内所增加的税收作为长照的支应经费。那么这个方案，那么预估每年挹注长照特种基金约27亿元，较行政院版本为低。那么为了充裕长照裁员，建议委员参采这个行政院的版本。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及支持，谢谢。好，谢谢吴次长的一个报告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这个询答时间。
那我们今天每位委员8+2哈，因为今天是两个联会的联席哦，所以出席的委员会比较多一点。那练习的委员就8分钟哈，请问在座委员这个时间可以吗？好，8+2哈。那我们10:30会截止发言登记，好，委员如果有书面的质询，请于散会前提出，逾期不受理。那本日不处理临时提案，好，可以吗？好，今天因为要审这个法案哈，所以我们今天不处理临时提案。那我们中午就尽量会有休息时间哈。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来请第一位是洪慈庸委员。主席，我们请部长，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早上第一个都很有精神哦。来，部长。好。这个长照服务法哦，其实我们在这个会期也讨论过很多次。那最近呢，这个我们总统跟院长呢，也就是马不停蹄的哦，在做这个就是长照服务站的一个揭牌。好，这个仪式哦，那明年就要正式上路了啦。这个是一个只可以成功不能失败的一个计划。好，那部长是阿弟要上路啊，阿弟有信心无？有吼，阿弟有讲较大声。有信心嘛？好啦，部长，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哈，我上次在质询当中哦，问你的这个就是吸烟救长照这件事情哦。你还记不记得啦？记得，记得齁。那我上次也表达过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这个高度的一个疑虑啦。好，那今天财政部的报告里面有讲到说，以增税它提高 10%， 它可以增加大概63亿。好，那烟税的部分呢，净增加好，大概可以是158亿哦。好，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哦，我们后来看了一看哦，其实有一个部分哦，我不知道。卫福部有没有去思考到啊？就是照顾到了长照，但是牺牲了部分的健保。好，这件你敢有想过？这个部分哦，我们希望这个主计总处呢，刚才财政部报告有提到了，这个希望政府用公务预算来补足这个减少的63亿的。好，好，我今嘛要讲的是哈，就是税。这个烟捐哦，烟税增加了，但是烟捐减少了。那这个烟捐哦，之前每年大概有300亿左右，但有70%呢，它是工作这个健保的安全准备嘛。那104年呢，也修正了这个分配的办法哦，从70%下降到50%哦，所以其实已经那时候已经减少一年大概60亿左右。那现在呢，你如果又把烟税提高，然后烟捐它就是因为需求减少，要降低了60几亿嘛哦，那这样子再算下来大概。我们健保一年会少100亿左右，好，那这样子挖东墙补西墙，那健保部分你们有什么想法吗？这个健保减少的准备金大概是30亿，因为是63亿的50%。那目前我讲你进前了减60几亿干嘛？对，就104年的时候修正的这个分配办法就已经那个已经修正过了，对，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嘛，啊，那你那个好，那你后来补的这30几亿，那你要怎么办？那30亿，那目前我们健保的安全准备金是2000多亿的，是目前都还够。所以你感觉够多，还够不够？那这个当然，我们后年度的预算，那明年度会跟主计总处在讨论。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用公务预算来补我们？好，因为哈，顶盖我毛门鬼，就是我们的健保哦。其实如果我们的这个不调整就是现行的做法一直持续下去哦，其实没有多久啦，几年之后也是会面临到破产的一个问题啦，所以不要说哈，现在我们为了这个长照好挖一点钱过来这边，但是长期如果我们一些政策不调整的话，那还是会面临到我们未来要面临到的问题，而且可能会更加速啦，这是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哦。那啊，部长，我觉得哈，这个长照现在我们看起来其实我们还是蛮担心的啦，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说，我们现在的思维哈，到底是有多少钱做多少事，还是说先决定说你要做多少事再去找钱？你们的逻辑是什么？我们两个都有思考，两个都有思考哦。啊，现在啦，以目前哦短期的一个计划来说，你们是哪一个为主？我们两个都有备案，所以今天会长希望委员跟我们支持15条修正能够通过。后来，因为哈，我感觉哈，以目前的状况来说哈，我们大家都知道钱不够，人也不够，
好，这两个最主要的因这个要素都不够的一个状况底下哦，那明年其实预算增加了100多亿嘛，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很担心的是说没有人力去执行，那未来好，如果钱好慢慢又补上来，好人。我觉得要补真的很困难，好，那我们也不晓得说这个未来人补上的一个状况会怎么样。好，所以呢，我们一直很担心的是说，我们现在行政部门每年都要编很多的委办费，那未来在长照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政府又变成一个就是发包中心？到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人力，所以到时候我们又都全部又发包出去，这是我要再提醒的一件事情。阿力公吼，我刚刚想说两个方向，你说你们是并行，然后，但是这个我真的觉得你们还是要思考清楚了，因为现阶段就是钱变多了，好，然后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又没有人，好，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空空的，然后，那我就要问说，之前不管是卫福部或是专家学者就说，如果我们长照要全面普及的话，大概要健保的1/5，也就是说大概要1200亿左右。那200亿跟1200亿其实是差距还蛮大的。那之前蔡总统的一个目标是希望提供一个优质、平价跟普及的一个服务。那你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费用这样的一个经费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是第一年开办的时候，2020是明年1月要开办。开办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广布或者长出这些服务的据点、服务的量能，这是很重要。第二，就要培养足够的人力。人力里面，我们现在都是用多元人力，像我们最缺的就是长照照顾服务员。照顾服务员，我们还是有一个人力回流的计划，就是中高龄二度就业的人力回流。第二个，相关科系要产学合作。第三个，现在教育部、劳动部有一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就是有3年，高中毕业之后，在他就读就业之前有3年的这个计划，我们有申请到800名的这个长照人员。部长，你讲这个吼，我想你们应该对外也常在讲吼啊，但是我要问的是说了吼。到底你觉得要做到这样子优质评价跟普及这件事情要多久啦？我知道短期间很难达到啦，那你们目标大概是多久？这个第一年是长照 1.0 是10年计划，我们这个也是10年计划，但是院长给我们的指示是在这2年之内呢，要把所有这个长照服务的这个它的服务规格还有服务的标准全部建立好，然后同时把人力要补好，那把服务资源一项一项的生出来，这个是这2年希望我们要做好的。2年是建制啦，建制。那要做到这一项，我想你们现在好像还答不出来说要多久哈，因为其实我们来看人力的部分就是你们一直要讲的你们的涵盖率要把它提升这件事情你们现在服务对象从51万要扩张到73.8万左右，好，那这服务项目从原来的8项要提升到17项，好，那现在目前你们过去所算的大概涵盖率是30%左右，好，那明年好用73.8万去算，你们预估可以服务多少人？涵盖率会是多少？这个今年的这个涵盖率是34%。那明年呢？预估要看几个因素了。第一个裁员就是要请委员来跟我们协助的。第二个就是因为明年除了增加这个服务对象增加，服务项目也增加，所以涵盖率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我们不敢非常准确预估啦，但是一定会比34增加很多。好，所以是你们预计嘛，总是有一个目标，没有目标你怎么会达？对啊，怎么有目标要到45？四十五会用，如果越高，能够今天通过的这个经费越高，我们就可以涵盖率越高。好，所以45，安内你们有算过大概要服务多少人吗？来算一下，73%的45，将近30几万。30几万人哈，好，那我就再问一个问题如果说以明年的这个经费来讲是177.5亿，好，那你们涵盖率要提高，服务对象也增加了，好，那你们有算过每人每年的一个长照经费可以有多少吗？我记得我上次有问过部长，你敢有算过？那个
如果说看每个人的话，他其实是依照他的这个失能的严重程度，还有照顾需求的一个负荷程度，以及他的经济程度，那所以他的那个钱的这个每个人可以得到多少服务，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对，那。我只是想要知道说平均啊，因为我之前有问过部长说哈，比如说重度的部分了，重度的部分，如果他是重度的，然后大概是21000左右嘛，哈，他住在机构里面，但是这个是说低收入户跟中低收入户由政府全部补助，好，那一般户的话是30%。好，来，我要问这个问题是说哦，因为很多细项的一个数字哦，其实可能民众也没有办法了解跟掌握，然后那因为我们当然用一个比较一般的一个可以理解的这个平均去算法去算，然后之前跟部长也说过，如果我们用之前的一个算法，一个人一天大概是107块，然后那107块，我们是不分什么服务，然后就是一个人分到就107块，那107块到底能不能提供一个优质哦，然后普及跟长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我再提出来，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心的啦，就是这三个目标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问题。好，我最后问一个问题是说。好，现在你们这个涵盖率要提升，那服务人口数要增加，那你们未来一个照服务员要服务多少人？因为基本上一个如果是属于住宿型的机构，它本来就有人力配比，就是它会看它的失能的程度，会有不同的人力配比。那居家服务它本身就会按它一个人的可以服务的时数嘛，好，我一个人如果我是一天工作下来，大概就是我们目前大概是1:1，一个人可以辅助5到6个啦，5至6个。那未来，这个是因为用我的工作时数来算，不会说因为我都给你，所以未来还是会这样，因为现在是问题是缺人嘛。那缺人的话，明年就是刚刚部长有讲，就是要把譬如说中高龄啊、新住民啊，好，这种二度就业的人力已经受过训练的可以回流。那对于年轻人，我们怎么样去创造鼓励他们投入，像老照系、长照系的这些学子可以投入我们的那个长照的职场。好，这个我们很期待，然后因为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以你们要提高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情况底下哦，那人力也不是短时间可以补上来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你们是不是默默的把这23万的社福外劳把它算进去了哈？就是你们提供人力里面，其实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部分啊。那我大概问到这边了哈，那我还是希望说，这个计划对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那不是说，做了几年之后发现说，好像这个方式不对，我们要重来哦，没有这件事情哦，所以大家对卫福部现在有很高的一个期待，那也希望哦你们全力以赴。谢谢委员。好，谢谢洪委员。那我们接下来是吴秉睿委员。主席，麻烦请卫福部林部长以及财政部吴次长。请林部长还有吴次长。啊，两位早哈，这个我认为相当吸引我的地方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调高了这个烟税哈，在这个消费减量上面，一年可以减少3.3亿包的这个消费量。那同时，虽然是刚刚洪委员讲了玩笑话说吸烟救长照，其实这个法案的目的也在减少吸烟呐，所以同时也在照顾全民健保，因为吸烟。总数如果下降的话，可以预见，因为吸烟所引致的这一些疾病的这个数量是应该是也会有一些减少了。这一点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完全同意，因为我们10大死因里面有7个是跟吸烟有直接的关系，另外3个是间接的关系，所以减少吸烟绝对可以让我们健保的支出减少。这也是我都佩服曾明忠委员，因为他提出一个是他是加烟税或烟捐是加25块了。他那个方案本来是没有跟这个合流，他目的是为了要减少吸烟人口，是为了这个要使得台湾的吸烟数下降，所以这个是相同的目标，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同的做法，所以这样就会引发另外一个质疑了哦。这个质疑我希望你们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那为什么不调高九岁呢？
跟委员报告，因为烟税啊，为什么会调高烟税？因为我们台湾的烟价跟邻近国家相较，我们是偏低的，所以酒没有这个问题。酒没有这个问题，酒的税率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税率是一致的。基本上来讲的话，像我们的葡萄酒跟这个啤酒啊，甚至比其他国家税率还要来得重。对，市长多讲一讲嘛，多讲讲这些理由，让社会大众知道，不然。我们立法委员在地方遇到的质疑说，你涨烟捐、涨烟税，那你为什么不涨酒税呢？哦，然后还有人讲法是，哎，酒都是有钱人喝的，烟是穷人吸的，这个我当然不相信啊。但是有很多这样的讲法，我的意思说，你如果有这种想法的理由，你要讲出来，要让人家了解。是，哦，那不要让我们是为了要支持，第一个要降吸烟人口，为了要。对于我们的健保有好处。第二个又可以增加裁员，又可以来挹注我们的长期照护。那其实长照里面当然有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吸烟之后他的身体健康变不好，将来也会有需要长照。那长照是很多人需要的。第二个问题是税的问题啊，遗赠税某部分程度是地方税啊，他要拨给地方政府的。是。那你这次专门指定全部都拿来，增加的部分全部都拿来这边做裁员，地方政府会不会有意见？我们这个是只有增加的部分哈，才作为这个指定的这个裁员。那么原先的那个部分还是地方政府的这个我了解了。那问题是，我如果是地方政府，我不听你这样讲啊。是，照理来讲，你的遗赠本来就有一部分是我地方的、啊，那你现在那你先把我压到十，然后你再给我涨到20，然后说增加那10%，全部都是我要专门指定用途。我如果是地方政府，我会不服气。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想出一个讲法，或是用什么方法。我跟你说一个理由啦。因为长照还是要补助地方政府做嘛，是，这是地方政府的需要做的东西，所以你再算一下，再细致一下，是，从地方政府得来这63亿里面哪一些本来是地方政府的，但是我的补助每一个县市绝对会超过本来要该给你再增加给你的部分，是，谢谢。所以我觉得说明的地方是不是更细致一点？是我们更加强，是。好，另外我要提一点了，这个跟这个不太有关系的。我一直提的那个地价税不该采累进税率、哦、我后来回去查法律，是，公家真的是蛮厉害的。你们在法律里面本院支持你们的税率是单一的，你知道吗？公有土地的税率是10%啊，如果因为不可能是自用住宅嘛，那人家私人的土地就采累进税率到55%，公家就到10%，这个会让人家质疑说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相信全国所有的县市。地主最大的就是公有土地嘛，但是你55%的地价税你又缴不起啊，太多了，所以你就用法律规定你们只需要缴10%，你们不用享用累进税率，但是却叫私人去享用累进税率，哦，这个议题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你要想啊，不然提出这么久然后都没有回应哦，在税的地方上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再来，我要跟部长提醒哦，我们第一阶段先给你这一些。总共会增加288，那个是明年以后的，因为法律要通过明年以后的。今年的预算审查，明年用是本来就法公家预算，今年给你多了100多，现在总共多少？170几？177嘛。那177是明年能够使用的强度，因为你同时又有机构增加，又有人员增加，你这个钱才花得出去啊。今天不是给你钱，那你没有那个管道，你没有那个服务量。你有这个钱，你也服务不到啊，所以是要与时俱进、并进。所以你应该要跟立法委员说明说，我增加了这280几亿的裁员，现在加上这今年的177，如果我们今天大家来通过了，将来你每一年是400多嘛，那你要多久几年内你可以建制到可以用掉这400多的量，包括服务人员的薪资提升，哦，这个也有提到现在的。就业人口这一方面，就业人口是偏低的原因，是因为跟薪资水准有关嘛。所以很多具有执照的、license 的、具有资格的，他不愿意来。不愿意来原因是我薪资太低啊，我到别的地方做，我可以超过这个薪资啊。那我有这个专长，那我不要用啊。我当然就是，如果就以经济优因来讲的话，我就去薪资比较高的地方。所以之前大家愿意说至少提到30000块。是不是提过这个？有，但是我觉得30000块，在我来看还太低了。这个台湾的低薪哦，台湾的低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再继续提高，我相信有很多人愿意来做长照的工作。我们这个所谓滚动式来调整。好，那你要回答原来的问题啊，
你如果今年我们给你通过了，明年真的开始，后年的预算到400多亿，你后年用得完吗？是我们要4年内完成这个资源的部件和人力的部件。所以你第一年的400多亿用不完，你还会后年的400多亿用不完，你还有一部分会拿到放到那个基金里面嘛？可以。然后之后到了第4年，你每一年可以用掉400多亿的时候，前面2-3年说累积，你可能那时候还有100-200亿。所以你是应该要跟人家回答说，在这个任期至少4年内，每一年488亿是用不完，还有剩的。当然，我们是希望，既然国家希望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也是对社会无比的重要。那我们民意机关也希望给你这条钱，要让你用，但是你要让社会大众知道说，不是不够，是你现在突然之间，假设你每一年给我1000亿，我没有那么大的度量，我吃不下啊。我也没办法用掉，那这个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我们的财政状况是这样子，同时建构人力资源跟整个照护体系，同时增加裁员并进。等到4年后，一年可以用到400多亿了，可能5年、6年之后可以用到5-600亿。等到基金不够的时候，我们再来考虑第二阶段的裁员要如何处理。不过那是5、6年后的事情了。我觉得如果这样说明的话，应该大家可以听得比较清楚了。好，再来我要问次长，就是我们财委会一直担心的问题，你的税增加了，走私的部分你怎么处理？因为我们发现哦，现在已经开始在囤烟了，你知道吗？就分2个部分跟委员报告，就是烟价的高低啊，跟那个走私率的高低没有必然的关系。那么像英国的烟价是台湾的这个4倍，但是它的走私率大概只有1.5%左右，就以犯罪查缉的力道了。对了，做犯罪心理学来讲，是会犯罪最大的诱因是侥幸心理啊，别人会被抓到，我不会嘛。是，那当然查缉的力道，我认为是答案。但是我的意思说，现在呢，那你这样讲说，那你就加强查缉。有。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强查缉的力道有多大？我们有增加多快？我们跟委员报告，那个我们财政部国库署啊，他已经有一个这个专案小组已经在运作，在今年的10月份开始已经开始运作，就是在通商口岸部分是包括跟这个海巡署的这个合作，那么在境内的话是跟各地方政府都有在加强。我事实上是去基隆关去考察过了，我是对于你们的加强我们是敬佩，但是希望这个真的是要再努力了，这为了公平性的问题，而且也为了我们的这个制度。是，你如果让它走私越多，你将来你的损害就会越大。是。第二个问题是刚刚提到的，现在已经开始囤烟了。囤烟跟委员报，因为囤烟实际上并没有意义，因为按照98年那个调整烟捐的那个经验，因为我们会用会做那个新旧烟签的烟。我如果是消费者，等你新旧，我管你，我是买到比较旧一点的烟，但是我便宜很多啊。我如果是消费者，我管你新跟旧呢。所以说，现在市面开始囤烟，是这个风气，如果让它造成的话，你将来一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良法美意的目的会受损啊。是，了解。好，好，最后哈，我再要跟卫部问一个问题：烟捐虽然减少，刚刚讲说要用公预算补足你的不足，但事实上你要回头检讨，当年烟捐一年300多亿的时候，它使用的内容是什么？哦，那巨细密的公告，我看到了很多不当使用的地方，不要当做自己的小金库。这个观念，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才会一直增加认为税要走在前面，不能捐比较多？因为税是纳入公库，所有的预算大家看得见的，捐有时候那个别的用法很难掌控的，所以这一点希望你们能够支持。好，谢谢。好，那如果你们真的确有不足的部分，我们再用公务预算来给你补足，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当的做法。好，谢谢大家。谢谢委员。好，谢谢吴委员。那接下来是曾明忠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林部长。啊，林部长。委员早。部长好。我们看的台湾的人口快速的老化，100年的时候，老人占比已经高达10.9%，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预估到110年，老人口会高达16.8%，会是一个高龄社会。所以台湾真的期待建立长照的一个体系。来，我们看下一页。这个是过去的预估，我相信部长过去当次长的时候很了解这个情况。台湾现在真正需要长照的人口是76万，
那另外预告相关的经费就高达1100，高达1140亿，这个数字，部长正不正确？这个预估大概很接近了。对，那到时候了，到民国120年的时候了，刚好需要长照人口是120万，那到时候成本会提高。会提高到20万左右，所以那时候长照的经费会高达2400亿，所以基本上这个是未来的一个大架构。来，我们往下看，那现在您任内正在推的就是长照2.0的版本，那今年编的公务预算是177亿，那请教部长，我们真正需要的，您这个长照2.0。会照顾的对象有多少？因为现在有76万哦，那您现在预估会照顾多少人？我们预估是从51万增加到73万。什么时候到期？这个是明年，可是当然涵盖率，我刚才有解释过，涵盖率就要看它的裁员。好，那我跟你讨教，真正的照顾人力有多少？你的人力需要多少？高推估明年需要在5000到12000名，这个照顾服务员的补充，那目前是总共有三万两千。好，那跟你讨教，这些人怎么样取得资格？好，跟委员报告。跟委员报告，基本上他譬如说他是相关科系，或者是说去受我们90小时照护员的，只有90个小时。对，因为这是其中的一个训练的管道，那还有一个是技术师证这种的考取这个丙级的。好，丙级，这叫丙级，有没有甲乙几级？目前是单一级。好，另外跟你讨教，他的职称叫什么？照顾服务员。照顾服务员啊，你听起来好听吗？你能不能至少，因为以后就是全民需要的一个必须受尊敬的一个职业，他假设这职业不受尊敬，连职称都不好听，谁愿意来做啊？再讲一次叫什么？照顾服务员啊，是，这不太好听。另外，他的薪资多少？3万，太低。您认为以照顾服务员这个职称，或者他以受训90个小时就可以取得的这个职业，年轻朋友会进来吗？另外再问个问题，未来的发展性怎么样？没有。那未来发展性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职涯发展的一个 map， 就是从像我们现在已经在示范实务指导员，也就是说他在一定的年资，有具有一定的经验，经过一定的训练以后，他可以到宅去指导，不管是家庭照顾者或是需要的这样的人员，这个是一个进阶。那另外他可能在进阶的话会到督导，他可以去督导我们相关的人员。对，所以我希望第一个，你那个职称基本上要定的够响亮，让他做个职业有尊严。部长，这名称要不要改？可以讨论。你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或者是个师，对不对？是个师，你不要叫员。好，这个哈、师的话都是要去这个专门技术人员在那个考试院那边要考试。你假有必要让他不一定每一个人是这样的，让他有发展的趋势，这第一点。名称那边改，把它改得更好听，这第一点。薪水3万块，谁愿意进来啊？你们要更多的让他发展性，这第二个。第三个，你让他的整个进来这个产业，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你假设没有的话，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受训现在受这个有这个资格做的有多少人？目前从我们开始办这个已经有11万人是受过这个训。对，那受完训真正来做有多少人？大概是三万多。我的理解啊，根本没有意愿。这个是对，因为你整个长照有两个很重要的前提，第一个是人力。第二个是钱，人力当然还有相关的服务机构了，两块。
那你假设一下，进来的人做一两个月就离开了，他未来没有钱，连名称都不好听，名称都不好听，连薪水都太低，他未来又没有发展性，谁去做这个事情？好，这个我希望部长能够赶快发展出一套体系，不然你找不到人，我不骗你，到一两年过去了，你再来做这里做报告了，我觉得你还是要改，好不好？好，另外问题，有关裁员的问题，因为这两个事情，一个是人力，一个是裁员，那麻烦那个财政部吴次长。是的，你好，你好，跟你讨教，除了今天修长照法以外，那相关的税法要不要修？相关的税法就是遗产赠与税法跟那个对烟酒税法是。对，那要不要修？要。那什么时候修？已经送到立法院来了。那所以财委会要配合排名这两个税法的法案哦。是是。OK， 那可能要请财委会尽快。另外一个问题，好，我们看下一页。刚刚啊，吴委员有提到。请问次长，明年遗产赠与税预估会增加多少？报告委员，因为那个遗产赠与税的部分啊，因为它又是落后申报，对，因为它往生以后六个月，然后又可以延期申报，所以遗产赠与税它到位的时间啊，可能会稍微晚一点。部长，你就先请回，没关系，部长你先回，先请回座。是，那你晓得哦，直辖市因为遗产赠与税它虽然是国税，是但是。在直辖税征收的税里面，有50%是给直辖市，50%给中央。在地方的话是20%归中央，80%归县市或者乡镇。是。那我们现在税这个刚刚等于要修的这个法里面提到是要增加的部分，对不对？对。增加的部分是。市长，这增加的部分怎么算？哎，这会有争议哦。我当然不会选市长哦，到时候选市长，我要给你个 argue 哦。我先讲，我不会选，真的、啊，我就跟你争。是，市长，所谓增加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啊？哎，我们你现在的健保法里面讲说增加的部分呢、啊？是。那我请了讨教，哪个部分是增加的部分？我们现在税率都基本税率如果是10%嘛，超过10%以上的部分算是增加的部分，因为我目前的税率跟我的报告是10%。对，是。但是你比较清楚啊。我们用相同的税基来计算哈。对。先用10%算一次，然后就超过的部分，那就是增加的税率。没有错，但有人会跟你 argue， 当你税率调到20%的时候，是，其实税收有没有可能是减少的哦？你。因为有些人 会逃避吧，他会有一些规划的东西。没错，没错。所以我要，所以您就像刚刚讲吴委员提到，你要怎么去讲？到时候不是只有直辖市会跳出来，有些乡镇啊，因为他80%啊，是，他80%他不见啊，他本来调到20%的部分，他认为他应该得的80%啊。是。那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当你税率10%调到20%的时候。会避税，是它税收基本上它不是同程度对增加的，但是报告委员，我们在估算的这个时候已经把可能避税的那个数字已经有调减掉了，但是你在估的时候啊，因为到时候你每一年税收出来怎么分呢？是你分的时候就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是所以我意思是说，您假设等一下看看审查的时候，我要求你要在总说明的时候讲清楚哦，是，不然你会埋下争议，到时候你说哪个都跳出来说，那增加的部分是哪一部分？是，或者有一些乡镇说，你现在调高之后，我的80%我还要啊，那你讲增加的部分其实很难一刀切啊，对不对？你在胜算是可以这样胜算的、啊。但是真的分的时候怎么分会有争议，我们来加强说明这一块会有争议哦，是因为你晓得，你比如说你10%调到50%，那税收会增加5倍？不会，不会，是真的不会啊，搞不好你增加1倍或者2倍就不得了了，是，那你用切的话，你现在是1倍嘛，那1倍给这个长照，1倍给还是给回到地方去，会有争议。当然你现在只是把10%调到20%，万一你把以后调到50%，你会不会增加5倍？不会，是，所以在测算的时候
会有严重的争议。好，我麻烦那个财政部在这个说明里面可能要讲清楚。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曾委员。那我们接下来是林静怡委员。好，谢谢。我们麻烦卫福部林部长。好，林部长。委员好。是，部长。是。我相信长照的制度有一关，其中有一个部分很重要是居家医疗服务。是。好，那居家医疗服务的部分，我也看到部内其实有一直希望能够努力的推动，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乡镇的例子。好，那不过我想请问部长，您知道我们如果要这个居家医疗整合照护计划申请的时候，就是说帮忙申请的这个医疗团队啊，他要填的表单要填多少表单吗？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可以请那个健保署来。好，李署长。好，署长。嘿，是。不太清楚哎。嘿，不太清楚哈。来，我们今天来检讨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查了一下啦，填完表单印出来一个个案十张 A4 啦。哦，署长已经皱眉头了。咱临床，咱外科系拢知影吼，底下填表单实在是。健保署常常教育我们的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每一个医疗处置要有它的 indication 嘛，哈，有 indication 有目标有 plan， 我再来做这个动作嘛。那我们来检讨一下，为健保署要我们填这些表单，填出什么东西来哦？这十页来看下一张，当然基本资料嘛，哪一个医师机构哈？这个我只是举例啊，不是说他们跟我告状啊。病人的这个身份证、出生年月日，好，这个没有问题。再往下填哦，他有受理日期，这个申请日期跟收案日期哦。署长，请问一下，你知道受理日期之后，通常这个是申请日期送出去，大概就是受理日期啦，电脑自己带了哈。那申请日期带出受理日期之后，请问收案日期这中间是发生什么事？怎么样判断收案？对啊，其实他刚我们同事跟我讲说，这是一个评估表跟专业。那个评论、那个讨论哈，不过我就不知道说正确他大概时间多久。是啊，可以告诉我吗？因为你们要评估嘛，因为你们要评估这个居家医疗整合照护计划这个案件，你们可不可以审核，可不可以让他收嘛，对不对？请医管的那个。嘿，好，来告诉我。在评估之后呢，其实他就可以直接经过专业认定之后，专业认定，我就是要问你专业认定是谁，在那个团队里面的。医师啊，团队认定不就是填这个表的那个医师吗？对啊，所以也就是说，照健保署你现在的说法是，医师填完这个表，送出去之后，这个案就成立了，对不对？对，因为他是在他认定之后，他就是符合收案的个案的条件。所以医师认定符合收案条件，我还要写一个十页的表让你们评估。你们又没有评估，我还要填这十页干什么？对，委员，我跟你报告哈，因为我事实上最近我一直针对这些文件的那个叙述哈，是，我请我同仁就是尽量要，就是我们要信任我们的同侪所填的那个报表了，对啊，所以就是一些不必要的那个文件的那个叙述，而且是什么所谓的什么再审查、事后审查那个，我尽量就是把它平、把它减免哈、减少，那尽量简化了。是啊，所以包括最近我们在做一些动作，我想都是朝这个目标在努力。对啊，署长，我相信你们也要努力，只是你还不知道他们细节到这个程度。比方说这个收案日跟受理日同一天，不意外嘛？我哪天收的案，我在居家，我去了某一个部落收了案。当天就收案了，因为这个个案需要帮忙回去我的办公室打电脑上去，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当天去看，当天打上去就是当天收案，当天申请当天收案。如果是我去收发现这个案子有需要处理，可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回去上网去传，我的收案日跟受理日就会不同天嘛。所以你这里光这一栏收案日哦，然后申请日，然后再加上这个这个你们申请日期、受理日期跟收案日期，这三个东西根本就是医师填来给你们看的嘛，对，你没在看嘛，啊，那边冲啥？对，其实这就是说目前的一个瑕疵啊，嘿啊，而且真的不必要这样，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的同侪哈，不管是医护人员，他自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啊，是啊，不要说做造假那样，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部长这边，署长这边，我们简化好不 好？再往下填的资料很多哈，包含个案要帮忙填个案居家种类，住在平房还是公寓，还是电梯大楼，还是透天处？请问一下，我这个收案的医师填了这个表之后，当我勾选他
住透天处，请问健保署，你们这个表单会跳出来告诉我说，个案如果行动不便，可以去哪里找辅具吗？有吗？你们有没有这个资源连接？跟委员报告，在这个表单里面，它后面有一项是要跟长照连接的地方，所以在后面一个是跟长照连接的一个转介服务。后面转介服务自己填转介嘛，所以我这边填它是透天处，干你们什么事？你们有什么用途？告诉我。我想这一部分是我们需要改善，你有些必要的那个资料是很重要了哈。是啊，不必要的话，我就尽量简化。署长，我们再往下看哦，它包含说我还要勾帮忙勾这个个案是独居还是家人同住。我是收案的医师或收案的护理师，我发现他独居或跟家人同住，请问一下，我填表单给健保署要干什么？你们要给他什么东西？他如果是独居，他的给付会比较多，跟家人同住给付会比较少吗？会不会？没嘛，啊，停这边是要创啥？我想这是个人隐私、哦。这样说，如果你们的这个表单其实有平行整合的用途，比方说医师或医疗团队勾选这个个案独居，你们的电脑系统马上会跳出来说，在太原部落独居个案其实还有送餐服务，是否需要同时点选？你这样对收案个案有没有帮助？有嘛？啊，你们这个资料完全没有整合的功能，只是填爽的填十张。收一个个案填十张，收一个个案填十张，还要印出来放在资料夹，要干什么？再往下，主要语言你们设了四个：国语、台语、客家语、原住民语。请问原住民语有多少种？十几种吧。今天陈怡委员不在哈，听说有十六，听说有二十几才对啊哈。阿丽娇干了几种原住民语啊？我填了原住民语之后，这个收案医师当然知道他需要原住民语啊。然后呢，你们会媒合说会讲这个语言的其他的医疗人员说这里需要这个语言资源吗？有没有？没有嘛？那填这个干什么？我去收案的人不知道这个人只会讲日文跟原住民语吗？啊，我填给你们卫福部知道要干什么？你告诉我。再来往下，其实很重要，你们还要求他填障碍类别。其实这个表单不是没有用，你们去掉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连接有用的资源嘛。你平行整合完全没有，比方说我去填这个个案视觉障碍，好，我填了视觉障碍，请问健保署，你们在这个表单的同时会给我什么东西？你会带给我说我在太原部落有一个视觉障碍的个案是我的居家照顾的病人，然后你会告诉我说他最近的辅具在哪里吗？会不会？有没有？没嘛，啊，我停这几位冲下。平行整合软体的系统是可以出来的，好。健保署跟卫福部，你们想一下这个事情，你要我填这个个案有身心障碍，这个个案有失智症，那如果我填了失智症，我打勾打了失智症，会不会同时带出来这附近有失智症家屋？好，报告委员，这个 表单我这样看也是不太合理的，这个我们回去就好好修掉好不好？好，第二个，欸，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健保的这个居家医疗，是还有这个长照 的整合，哎，这两个要整合在一起。对，那整合的很重要的整合是资讯的整合，是，所以先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好，今天提供这个，麻烦就把资讯整合做出来，往下再来看哦。其实还有一些部分是可以处理的哦，譬如说第二部分健康状况，你们也要他填他是清醒的还是昏迷的啊？照顾的人知道，你们要知道要干什么，你们知道又不会帮他。好，然后呢，还包含你们再往下的资料还有。是不是需要多久换一次鼻胃管？再往下，再往下，再来。对，好，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要填多久让我换一次鼻胃管。署长，你知道吗？我们健保给付的这个居家医疗，如果我是 N 这个 silicone 的那个鼻胃管，你们给付一个月几条？几条？你给我好几条嘛？啊，你让我填我。多久要换一次？我如果填三天换一次，你会给我比较多条吗？应该不会。不会嘛？那我填这个干什么？请问一下，你好，我卡这不？没嘛。好，我一再的强调，其实署长上任之后做了很多改革，所以我一再提醒你们，你们设计的这种在台北的办公室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增加地方愿意做事的人的非常多的没有用的负担。我不会说这个表格没有用，你如果在表格，我在每一次点选都可以同时跳出周边需要帮忙的资源，它会非常的有用。如果我是地方的医疗人员，我会非常愿意填这个表单，因为我只要勾了某一个障碍，你们会跳出来说这附近有什么资源，不用医生自己打电话找。但是如果你们跳出来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给各位做文字建档用的，清掉好不好？好，最后一点点，我们知道现在也在做出院准备服务，
那出院准备服务在你们这个表单也有啊，哈，只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填了会怎么样了，哈。好，出院准备服务现在我们查到的是在医院端，也就是说病人要出院的时候，我会勾是否需要出院准备服务，你们会给他说他是不是找计划个案管理师。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希望做在宅医疗，到宅的医疗服务，这个病人在 A 医院中风，可能他是在花莲看中风，他要回台东去，你们这边怎么帮他做出院准备服务？帮他准备台东他住的地方有这个，我可以有居家服务。这个居家就是 discharge plan 跟这个长照要结合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对，那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已经往前推了，就是希望医院勾好他去出院需要长照的话，我们希望他都通知长这个照管中心，而照管服务员啊，照管专员进来的话，他可以提早做 assessment， 做那个评估，这个才能够连结在一起。对啊，但是有的是病人在医院是在台北，可是病人是说不定在屏东。对，那这个做这么县市之间他们自己来做协调。县市之间自己医院做协调，我们现在你们平台把它弄出来好不好？好，这个列入明年度健保的重点。是啊，因为譬如说我这个病人要出院了，他住在就像部长讲的，他在台北住院，他会回屏东。我在勾出院准备服务的时候，我勾选了屏东，你要能够带出来告诉我他屏东的那一个社区附近有没有在做居家医疗嘛，这样子病人不用再跑到大医院去做复健，是不是？好，这边我相信不打算做很多的事情，平台的整合让资源有一个平台全部都能够用电脑带出来，会节省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些业务了，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林委员。我想上个礼拜六我们也开过居家医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研讨会，也在讨论如果这些表单实业如果能够是作为资讯共享的一个平台是有用的啊，如果是一些只是为了你们的查核或是不信任，我觉得这是真的无效的，所以这个部分请健保署真的带回去做研议好吗？好，谢谢。好，接下来是那个陈曼丽委员。谢谢主席，我想先请财政部的吴次长。好，吴次长。吴次长好。因为我们今天是审议这个长照服务法的有关于税的这一个部分嘛，哈。那我想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常常有人会说台湾的税非常的高，哈，尤其是每次到的缴税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说台湾是万万税，哈。所以呢，我想大概就是说一般人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可是呢，我们看到台湾的税率和先进国家比较起来，哈，就是说我们台湾的税率是算是12.8嘛，哈，那平均起来12.8，所以我们跟这个新加坡啦、日本啦，哈，那还有一些的国家比较起来，其实我们还算是，我认为是还算是低了，哈。那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我的那个右边的这个图表，哈，就是说我们其实51%的税基，哈，大家都从我们的综所税来，综合所得，薪资所得，哈，这个地方来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觉得说，真的是我们的那个薪资所得者，哈，大家都会觉得负担的非常的严重，哈，因为大家几乎是一半。51嘛，哈，大概一半以上都是这些小老百姓在付出的，哈。那如果是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就是遗赠税和这个地价税呢，大概只占我们的税里面的6.8%，哈，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要立法，哈，尤其是我们在讲立法，一定是要有一个公平公益，哈，然后呢，要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能够受到一定的这个缴付，哈，那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可是呢，我们看到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的政府把那个遗赠税，哈，从最高50%，然后降成10%，哈。那这个遗赠税降这样子，2008到现在也差不多8年了，哈。请问一下，就是我们次长，就是说这个遗赠税的降低，我们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呢？跟委员报告，因为遗赠税税率的降低，因为当时的考量啊，就是。如果说税率太高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国民很可能会去做一些这个租税规划，那实际上真正政府课到的税也不会那么的多。那么如果能够把钱留在台湾，在台湾投资运用，实际上是对台湾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么实际上遗赠税税率从50%调降到10%啊，当然外界有很多的评论。不过就税收的部分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这个变动，因为我们大概一直都是维持在200亿、300亿之间，没有什么大幅的这个变动。好，那这一次因为我们要筹措这个长照的裁员嘛，哈，所以那个遗赠税呀，还有就是吸烟者哈，烟税或烟捐哈，这个部分呢也设定为一个特定的一个裁员嘛，哈。那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这一次的在修法的这个讨论里面呢，就是说，从10%的单一税哈，就有委员提到，是不是改成10%啊，15%啊，20%哈？那采三级制的课征，那其实呢，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如果是说哈，我们台湾的这个富人应该要缴多一点的税，我想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嘛，哈。那如果说富人才会有财产去，就是在有遗产，然后或者说有赠与哈，他才有这个能力。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我自己其实还蛮希望他能够调高一点啦，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次也看到哈，就是也因为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照裁员的规划的风声已经出来了哈，结果我们就看到在今年哈，过去我们大概在每年的税收103和104的我们的赠与税的税收大概都才120亿上下哈，可是呢我们到今年就是前8个月来说的话，我们已经有116亿了哈，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好像同期已经增加到60%的这样的状况，不知道就是说次长你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呢？就像委员所咨询的，确实在这个今年度啊，那个赠与税是有相当幅度的这个成长，应该是在做这个租税规划的这个工作，因为如果说在这个106年以后，假定税率或者立法院同意调高的话，那显然它的税负就会增加，所以有可能真的是在105年提前做了这个赠与。所以哈，这个就是我们在是说，我们当然会很希望长照的裁员它是非常的稳定嘛，哈。那但是呢，我们就会想到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到底有哪一些的配套的措施？因为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他们都实施这个遗赠税哈。但是呢，这个课税的国家呢，他们就是有的也是成功，有的可能也不是那么样的成功。那我不知道现在在财政部有哪一些的配套措施，能够让我们就是说能够在这个不是说有办法的人才去避税啦，或者逃税啦，然后反而是让这个一般的中产阶级或者一般的老百姓哈，他们就是缴税缴很多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占了一半了哈，所以就说这财政部的配套措施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跟委员报告，就是遗赠税税率的调整，当然也要考虑到说，如果税率过高的话，可能会诱使一般的这个民众他把税基就移到海外去藏匿起来，可能会有这种情形。所以相较于这个邻近的国家，当然我们10%的这个税率是稍微低一点，所以这一次才会那么做一个这个适当的这个调整。那至于刚刚委员有特别问到，就是说我们国家在税制设计上有没有对将来这种海外避税的这些这个行为啊，有一些比较有效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我们在所得税的这个部分啊，已经有做了 CFC 跟 PM 的这个规划，那这个当然要配合那么未来两岸租税协议的这个签订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CRS 的那个就是金融账户税务资讯的自动交换机制的建立，那个这个预计是在107年，譬如说我们邻近的这个香港跟新加坡，那它都会开始这个推动。所以在国际反避税的趋势之下，那我们国家实际上也在反避税的措施上做了一些补强，所以希望这些能够遏止将来这些不适当的这个租税规避的行为。好，我希望我们有一天也能够全球课税哈，因为那个好像美国他们已经现在就是美国人，他们就全球所得都会被他们集合到哈。是。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大概台�湾大概1%的人哈，拥有14%的财富嘛哈，所以大家其实会觉得哦，原来这个有钱人就是在这里啦哈。那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福利的这个改革呢，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只是一直在探讨这个财政的这个部分，而是说我们要把这个资源要重新分配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1%的人哈，可能大家比较会知道的像
鸿海啊，郭台铭先生哦，还有一些金融界的啦，或者有一些的肥猫呢，能够来做这个量能课税哈。然后这些东西呢，其实也能够让我们大家会在这个部分会感觉到是说，我们的提高我们的这个遗赠税的部分哈，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正当性，而不是是说我们好像只是像这个少数的有钱人哈，就是采取这个量能课税的这个部分。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听听看这个市长您的看法。就诚如刚刚委员所指教，我们这一次调整这个遗产及赠与税的部分是基于社会公平的考量，我们是大概是10、15、20三个级距，那不会也不会再过度的这个累进让大家产生规避的行为，就是适当而合理温和的这个调整，希望社会能够支持跟接受。好，谢谢。接下来我想要就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烟税或者是烟价的这个部分要再做调整嘛，是。那当然烟捐，那我是自己在算哈，就是说如果是说百分之就是说如果我们是60块钱的烟价的话，它加了20块钱哈，那它几乎就变成80块钱嘛哈。那80块钱它占比的大概是33%，那如果是120块的烟价啊，调高调20块钱的话，它调到140块，那调涨大概是16%哈，所以我在想说这个部分我自己比较倾向于就是说用一个百分比来做调整哈，而不是说统一的就是2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啦，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会抽60块钱的烟哈，大概他的经济状况也是有一个思考啦哈，所以在这边就希望部长次长哈能够在这个部分特别注意哈。是，谢谢委员，但是是不是可以跟委员这个30秒补充报告一下，因为我们烟税的课征呢是从量课税，从量课税的意思啊就是。你抽的越多，我课的税就越多。那这个是因为抽烟是毕竟是有害国民健康。可是你哪知道他抽的多少？因为买烟的时候又不用刷卡，又不用怎么证明的。对，因为我是按他的抽的那个支数来课的。支数。对对。好，那先谢谢次长。我们现在要请那个卫福部的林部长哈。还有个小问题要请教林部长哈。好，回头。好，你好，就是我们长照2.0的服务的机构呢，就是希望能够法人化嘛，哈。但是这个法人化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有依照那个老人福利法啦，就是护理人员的法，还有就是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就是就保障法哈，就是我们都已经设立了机构型的、住宅型的哈，这样子的一些的服务的机构嘛，哈。但是呢，我们现在说要法人化，请问什么是法人化？还有它跟医疗法人化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这个也是很多人非常的关心了。就我如果是50床以下，那我现在如果是说要回到这个现在政府的新的一个调整，他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请署长跟您回答好吗？好，谢谢。这个我们现在法人化哈，相对于就是自然人法了哈，自然人就是简短好不好？因为时间快没有了。那法人最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整个公共管理啊哈，做一个比较透明，然后比较有对。可是如果是说以50床的这个现行的一些民间经营者，他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去变成这个法人化的非营利组织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呢？原则上法人小型的我们会是一般法人社团法人，那在社团法人的这个设计上面我们会加强在他的一个整个怎么做的一个指引上面。好，谢谢。那我现在还是要请部长哈，就是说我们那个在我们上次在做那个长照服务法，去年的5月份通过的那个长照服务法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在本法施行之日起1年要另定法律，那个法律是要定长照机构法人法，但我们这看起来这长照机构法人法就是要在1年内定的，而且这个是一个必备的执法，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这个事实上支撑要怎么样来调整。已经草案已经好了，但是这个跟各界沟通很多次，现在还有各界有不同的意见，所以都在协调当中。是，所以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时程吗？我们会在6月3号之前一定会送到立法院来。几号？6月3号之前。明年的6月3号，所以这个等于就是说要延两，又变成2年了，是这样的意思吗？本来规定施行是明年6月3号施行之前的。好，谢谢。那我想说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就是在想说我们能够尽快的定的话，能够让相关的从业的啦，或者是说他有没有想往这方面去规划的，可能提早可以作业。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曼丽委员哈。接下来是王荣章委员。
刚刚曼丽委员谈的长照服务法是明年6月3号才实施，哦，但是我想长照机构法人法的部分确实是需要赶快尽快跟大家来沟通啊，不然到后一年后再来实施然后再提出来也太慢了，哦，来王龙张委员要请哪一位。主席麻烦请主席帮我请我们林部长，好，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大家请相关的官员都一起来，都上来是不是？好。然后吕次长，吕次长，然后还有我们护理及健康照顾师的蔡司长，okay，还有我们保险师陈专门委员，好，以及我们社家署还有简署长，简署长，好，好不好？好，okay，部长，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长照2.0跟1.0在对象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对象是从4类增加到8类，那服务项目从8增加到17项。好，我们从8月就开始密集的，就是说做宣传，然后做对，然后也做相关的沟通，强调我们长照2.0会扩大到49岁以下失能的身心障碍者。好，这是我们的就是说重点之一嘛。好，那。但是从106年度的，就是说预算送到立法院开始，本席的办公室我们不断在追踪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好，这个问题的话，去也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请教过，就是到底我们身心障碍49岁以下的身心障碍者在长照里面的话，编列了多少预算？这个问题从卫福部的会计处、照护师跟社家署推来推去。你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49岁以下的身心障碍者在长照里面的话有多少预算？署长，你在回答之前，我先警告你啊，不要再告诉我说一共7亿啊。好，你们给我的就是说资料里面讲7亿，7亿是所有的身心障碍服务的预算呢，啊，不是长照的这个部分呢，啊，请你告诉我。那个部分是特别针对身障的部分去做的处理，在长照的这个部分，在长照的 2.0 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譬如说照顾服务的相关的费用，也都是有照顾到身心障碍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因为它的对象是含纳，我现在讲的是49岁以下的身心障碍者，因为这个我们强调，这是在 2.0 里面新增的部分嘛，对。那因为他在照顾服务费也会含纳到照顾服务费里面，那他本来就是在那个对象就不去区分，很就是要有含到50岁以上。署长这样子的讲法里面，就是说，你们预算到底是怎么样子编的？那个报告委员，你当然会要考虑到就是说新增的人数啊，你按照人数等等，就是说去推估预算啊。你怎么告诉我说夯不啷当全部都含在一起？没有报告委员了，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补助，一个是针对使用者，就失能的者，不管是老人或是身心障碍者几岁嘛，所以这一块的钱是大家都一样，如果是轻度是25小时、50小时、90小时，这个部分有根据我们推估身障的朋友这次加来多少钱，我们会编在公务预算，这是一块。那第二块就是我们的基金，最主要是来做资源的发展。次长不用跟我，就是说不用跟我上课，这个预算等等是怎么样子，就是说编列的，我不是新同学，在这里面的话，我单从里面就是说7亿里面，就是说我主要挑出来，因为根本不知道你们怎么编的。我挑出来的里面，身心障碍者个人照顾跟居家服务，好，就是说在社区服务跟就是说在居家服务的这个部分里面的话，我拿来看光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104年的时候编了3亿，在105年，好，缩减成为2亿6千万。我们现在就是说在讲我们要增加，然后就是说新增106年度的预算也只有2亿6500万，增加了没有错，增加区区的300万。这样子就可以达到我们 2.0， 我们增加对49岁以下的失能者的照顾，可以做得到吗，部长？对这个计算方式，这个我们也希望回去以后来看这个预算哈，
那如果今天的十五条如果能够，部长，我跟你讲，听起来就是说你要告诉我，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情况跟状况。我要特别提醒你部长哦，我们在长照2.0的里面的资源盘点里面，把身心障碍机构的服务量通通都计算进去了。但是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一方面短编身心障碍照顾的预算，一方面把现有的就是说资源都放到长照2.0里面，这个逻辑是什么？卫福部要征收所有的身障机构，然后把身心障碍者通通都请回家，改提供给刚刚失能的人来使用吗？是这样子吗？不会吧？不会。但是我们在算在资源的，就是说陈列上面，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想委员这部分我们没有忽略到身心障碍者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原来他们已经享有的权益，还是让你光讲，然后在事实、在数据，然后在资源的编列里面的话。事实上都没有看到。我们在跟委员在报告提供。你已从我进来一直追踪这个问题，然后就说你们再报告再报告，只是在我质询里面的拖延的借口。部长，我请问哦，好，就说税法的是财政部主管的，但是今天我们就说财政部他配合我们的政策方向，提出包括就说烟酒税法，然后遗赠税法的修正草案，好，但是钱要怎么用？主要是我们在长照服务法里面规范，好，这个是由卫福部决定的。好，我要请问部长，立法院预备修法增加的裁员288亿，好，那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部分，再加上我们在预算里面编的178亿，16亿是在其他的部会里面，好，一共就是说400多亿，好，我们在这边管的话。如果钱全部通都进基金，然后由你们来用的话，大概450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这450亿的资源够不够明年106年度的支出跟使用？包括明年度可能不能用这样算，因为遗赠税是慢慢没有。我就先问你，就是说超过450亿的经费够不够明年用？够，绝对够嘛？对。对不对？事实上能不能够用完一半，我都非常存疑啊。但是部长，我们昨天下午卫福部开会讨论居家的服务支付制度，好，那个我们吕次长主持啊，好，这个里面的规划是我们的社保司啊，好，这里面提出来的就是说资料，好，你们在给付啊等等的这些上面的话，就是说。在需求最经过我们评估最严重的这一级，好，叫第八级，需要24小时连续照顾，然后失能程度极严重，好，他已经就说符合机构照顾的就说对象，但如果他在居家服务的话，就是最严重的这个部分，我们一个月给付93小时，一天3.1小时的服务，请你告诉本席，这是怎么估算出来的？请那个司长跟为什么3.1小时需要经过你们评估之后需要24小时连续照顾的人，一个月只有93小时？对，这个是根据现在啊处理，同样情况的去估计的时间。对，您讲的没有错，就是现在1.0的情况里面，是的，是93小时。90，90，这一年里面的话，我们编48亿，到变成超过450亿，增加10倍经费之后，还是93小时，为什么？那我们为什么要编450亿？我们为什么要增加预算给你们？我们为什么要征税？就说给你们。报告那个委员了，因为这个同仁在算这个计价的时候，他是用现有的去做测算，那现有当然是跟现有的限制的问题没有去做调整，因为资源不够，所以给分配的就比较有限。那我想我们这一次回去会去重新调整，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计价方式或不同的这个给付的方式来计价？市长，是您昨天主持会议啊，对，但是我们的官员，我们的代表回答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回答的。
我们的回答是什么？我直接简明道姓，指名道姓了。我们社保师林慧清技师说明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税收制裁员有限，不像社会保险制裁员充足，所以没有办法满足极重度的照顾需求，只能够减少服务时数。昨天是不是这样子回答团体的？回答服务单位的？我们都不在场，通通不在场，通通不知道。不是，我们比较，大家，我们，你们都集体失忆，没有没有，团体凭空杜撰，本席夜间梦到。我们因为比较晚进来，我主持另外一个会议哦，所以是不是同仁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解释？我们是没有真的听到哦，就是不表示有没有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没有林部长再来听。这是小英总统是民进党执政的政治承诺，跟政治宣誓。我们要采用税收制的长照服务，你们是不是做不到？可以啊，如果这个我什么叫可以啊？我请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删了你们多少预算？立法院删了你们的就说预算吗？为什么就说你说因为资源不足，所以服务只能提供到这样子的程度？包委员，我请他们在算的时候都要两种算了一起算，就是用162亿来算，第二种就是用300亿部长来算呐。所以这一份资料昨天发给服务机构团体代表的，就是说资料。是我们的，哦，我们的照护师，哦，自己，哦，我们的保险师自己拿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首长的同意跟首肯。这个我们曾经都有讨论过了。你们讨论过了，现在你就推说你不知道？没，我不是，我们讨论过，但是我们希望征求各界意见。看看这个要做哪些修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这个不用征求就可以知道啊。好，如果我们的服务提供都还是跟以前一样，都还是跟以前一样，好，服务的就说时数也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要增加资源？1.0之所以没有办法满足，就是说需求，在服务的就说提供上面问题啊。那然后有需要的人没有办法依赖我们的就说服务提供，所以他只能够聘外劳，然后继续聘外劳，大量的就说聘用外劳，结果我们增加了10倍的资源给你们，好，你们甚至于就说你刚刚也承认用不完的情况底下，你还是用就说还是用资源来限制需求。包括这个我们都有两种算法，所以你是不是要告诉所有的服务团体，就只有保险制啊？没有，民进党的政策是错误的，绝对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那回答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个我回去要请他们来检讨一下，看看为什么不止这样子回答。好，我们现在将来会用包案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案组交给我们的服务团体、服务的单位。然后多少钱，好，就定了。他如果服务的多，然后也是这个价钱；服务的少，也是这个价钱。我们现在要推动这样子的制度，是不是？推动这样的制度，做这样制度的改变。我们昨天开会，里面我们的官员跟我们的代表口口声声告诉我们大家，部长，好，说1月1号要上路。这个我跟委员报告，这个没有，还没有定案，很可能会延了2-3个月之后，而且两三个月后你就可以抓。不，这个哈，在征询各界的意见当中，我们健保的总额，好，是从健保开办，到做总额的就做制度，花了多久时间？将近2年了，两年而已吗？部长，总额，部长，好，你天纵英明。你不释出的奇才，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做。这里面包括就是说我们在需求的上面你要怎么样评估不同的，就是说个案他的照顾需求你要就是说怎么样子来做分类，你怎么样子去知道，就是说用适当的评估制度。另外很重要的，你的成本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好，
你通通就是说之后没有单项的补助，你要用就是说成本来计算，合理的成本在哪里？这个难道不需要实验吗？是，需要实验，对不对？对，昨天也有团体问了你，好，你们回答是什么？没有经费实验。真的吗？没有钱可以实验，应当，所以就全面做下去，不需要实验。这个应当是滚动式要做修正了，这。但是，我自动回答，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是你的部署，哦，我们不论是社家属、保险师等等，大家都陷害你。其实你都没有这样子想，你也不是这样子。你也不是这样子认为，你也没有做过这样的指示，好，你的部署全部集体合起来陷害你，把责任都推到你的头上，是这个样子吗？应当不会的，我们都有讨论过，但是不会马上实施，而且会用这个双轨制。我跟你讲，大家都还活着，大家都可以选择。昨天与会的人都还活着，你这样子讲，好，你们这样子的就是说回答。跟昨天表示的意见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部长，我再问你，在上一次我们讨论过，你到我办公室也讨论过，在例假日，在国定假日里面休假的时候，取消加倍，障碍者就是说取消加倍的服务，这个制度什么时候要实行？你们已经一拖再拖，我们下面马上元旦就到了。元旦就是要加倍收费的时间，更不用讲春假的时候也要加倍收费。好，请署长跟你好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就是会含在像委员刚刚昨天讲的那整个支付制度里面去做一个估算。那一月一号可不可以实行？地方政府知不知道？有通知所有服务的单位吗？这个现在就是因为涉及到整体还在征询，还在整体的意见，你还要整体多久？这个就是昨天征询已经多久了？昨天的支付制度就是会含纳到这个部分。那未来雇主跟受雇的，所以昨天的支付制度刚刚部长讲还要再研究、再规划、再思考。那所以这样子的改变也就遥遥无期了，是不是？不会，部长刚刚说就是在跟各界沟通，那我们会尽快把这个部分。尽快是多快？马上就说元旦、春节。通通是这样的情况，部长，我要告诉你，不止这样子啊。好，目前的情况里面，因为我们通过周休二日，好，现在我们很多的服务单位已经变本加厉了。好，就是说用不提供消极不提供服务的，就是说方式来规避加班费的支出啊。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告诉。而且不用书面了，违反契约，改变就是说服务的方式，然后用叫居服员口头的方式通知案主，就是说以后礼拜六、礼拜天不提供服务了，这个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部分是有接到这个委员这边的转民众的陈情啦，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积极处理，跟地方政府这边也要去跟。生权法里面规定。好，这个服务是24小时的，我们现在不单24小时做不到，假日就是说做不到，现在就是说周休二日，我们也没办法做。我们在这里就是说要增加资源，然后就是说我们增加裁员，然后增加预算给你们，但是在服务的这个部分一而再再而三的倒退，这样对吗？你觉得本席可以支持这样下去吗？好，回去我就马上来检讨。部长，我跟你讲，是今天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给我一个交代，没有给我就说做处理，我刚刚讲的就是说问题了的话，好，即便今天长照服务法过了，你的烟酒税法、你的遗赠税法还在财政委员会，你相不相信我下个礼拜排审？你相不相信他出来的就是说结果会跟今天的就是说结果不一样？好，我们会，我今天回去就会做检讨。哎，是，哎，部长，你如果做不到，你考虑你还要不要坐这个位置？如果税收制的长照是你做不到的话，你不应该也不配
在做部长。小英总统说，这个制度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现在你们做成这个样子，我看只会失败不会成功啊。部长，你不是让长照 2.0 上路啊，你是送长照 2.0 上路啊。好，谢谢王委员哈。其实部长我要跟你说，昨天半夜也是团体都传资料给我，昨天的那个说明还有这个支付制度，大家看到都吓死了，然后也非常非常多的疑虑。你只给他们十天的时间，一月一号要上路，真的大家都反弹声音很多、哦。我想待会我质询的时候也会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质询，真的不是只有王委员生气，我看到会快疯掉了。我们很担心的是长照 2.0 一月一号上不了路，因为会被你们搞乱了，嘿，搞砸了，嘿，好。好，对不起，我先恢复主席的身份。好，接下来，是吴坤义委员发言。吴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吗？好，谢谢。吴委员，你再按一下。主席啊、先请林部长跟王署长好了，好。王署长是。王英王国建署王署长，好，委员好，部长跟署长早哈。那我知道，就是说啊，为了长照收烟税哈，那很多人觉得是有争论啊，甚至觉得说对弱势哈。那没有错，我们真的是要思考一下。但我记得我曾请啊部长，就是说要针对这个政策。好好的探讨规划嘛，哈，我们确实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很多的疾病，哈，是跟抽烟是有相当关系，而且抽烟不是害自己，也害到二手烟，甚至还有三手烟的人。那这一些，其实健保署这边应该好好的规划，或是跟健保署，哈，国健署跟健保应该合作来探讨这样子的成本。好，尤其在抽烟跟二手烟的铺路之下，它可能增加长照的成本可能会增加多少，那才能够说服民众，好或者抽烟者合理来缴这一些烟税嘛，哈。所以我个人稍微整理了一下，虽然没有，好没有很定量的数据啦，但是我个人觉得说，哈烟税哈真的是能够救民众的性命啦，救大家的性命啦，哈，救家己嘛，啊爱救别人啦，尤其。吼，像我即较惊二手烟的吼，吼，我想这肺癌大家拢知影嘛，吼，食薰交二手烟的铺路，其实咱即马列出来所有癌症几乎拢交食薰有关系啦。吼，我想这物件是毋是讲，吼，咱健保署交国健署应该来规划一下，咱毋通了说服民众，吼，还是讲食薰的人肯拿这钱出来，吼，我毋知影讲。那你规划这个啊，这政策的时阵有想过无？到底食薰交二手烟对长照的影响是安怎？好，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长照就是照顾失能的。那失能者根据美国在2012年的报告，全世界187国的研究，男性的这个健康危险因子，失能的最危险因子第一名就是抽烟。啊，所以这个跟吸烟有关系。那国内的研究就是阳明大学做的，他是做重度失能，有吸烟跟没有吸烟，有吸烟是 1.34 倍，吸烟40年以上大概 1.5 倍，所以这个中间是有关联。对，哦，啊，这个物件当然真好，但是咱应该，咱既然要做政策嘛，那有这个流行病学的基础在遮，咱要来个转变成本，哦，一个长照的成本，那这样才能合理的说服。国人哦，无人会讲啊，这个烟税收烟税来救长照，其实不是啦，咱收烟税唔是救长照，咱是要维护大家生命甲健康嘛，对无吼？所以其实，吼，你看有足侪人买足无辜的啊吼，因为拢铺入二手烟来往生去嘛吼，我想这大家拢清楚。其实闽南家安尼啦吼，你看目前吼，我是这网络了的嘛，这都足清楚的，就讲。长照
上条病患是啥物人？主要病患，对不对？好、哦，失智、中风、神经系统，即下拢交食薰拢一大个关系。好、哦，啊，即下物件是咱无得加换算做成本来说服民众，无即去用误解，讲咱哪像拢哩吼欺负食薰的人，咱唔咪呢？咱是要来保护食薰的人，好、哦，尤其保护咱民众的健康嘛。啊，长照也是来维护民众的生活品质，好、哦，因为虽然有可能是大人去用照顾，但是你若无只长照机构、长照的照护人员，啊，你家己家己是先爱顾啊，啊，你生活品质都歹去啊，好、哦，所以我是讲，这下物件，咱要那个做一个政策成本效益分析伫长照内底，好、哦，安尼较会当说服民众讲，咱是做合理的。来收这烟税，来做长照的工作，我唔知道我都安尼做无？可以做吗？可以，没问题。报告委员没有问题。那我们知道是有相关那个部分的话，我们把成本效益把它算出来。我唔知道过去国建署你回顾这下文献无？好、哦，我其实暂没看回顾你啦吼，这都聊了这嘛吼。我唔知讲，其实咱国建署这么多人吼，啊，针对这么重要的政策。竟然引起争论，他无积极的作为出来吼，即我昨暝十二点才抓图啦吼，对无？二手唔是讲食薰的，二手烟都是中风的主要原因呢，吼。啊，即咱国建署嘛有资料啊吼，对对，就是讲25万人内底有中风的，吼啊食薰嘛即，啊二手烟嘛最重要的啊，啊即个物件其实即个资料拢。在文献上拢做多啊，啊，他拢无积极的收集，来做成政策来说服我们社会大众，吼、哦，啊，无这也出麻烦的，因为吼、哦，我知影讲今仔日十五条是较麻烦的哦，吼、哦，啊，但是这物件做主要做齐全啊，咱伫中央卫生国内国外拢做多啊，这物件是咱无落捏出来说服民众，讲这物件来护长照是合理的。哦、我感觉这是重要的啊！哦，这物件中风呢，对不？这你看，这嘛是同款啊。每一个吃一包吼、哦，提高50%的动脉硬化，啊这，这里好的数据，吼、哦，物件国内 WHO 世界拢有啦、啊，吼、哦，啊你看讲失智你对不？司令有回顾文献一下无？失智怎啊？这拢站袂较厉害啦，吼、哦，你看。这个失智的人口交食薰嘛足严重，咱未来对哇，这较早拢做过啊，咱现在不如甲整合起来，做一个政策去缩提出来，来说服大家，感觉讲收烟税来做长照是合理的呢。刚刚提的部分我们都有做那个 review 整理过，然后实际上是那个阳明大学李教授哈、哦，他所做的是把这个整合。变成说抽烟对所谓的失能增加几倍，可是委员只是很非常重要，就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所谓的成本效益的部分，我会把他说的民众比较容易听得懂的部分跟民众来做解释。哦，失智这么明显的嘛哈、哦，哎不好意思，哎拍摄拍摄。哦，所以买这种失智啊，好、哦、WHO 嘛拢研究过啊，对不？那这些哦所以暴露的人是较无辜的呢，那。让抽烟的人造成比较容易得到失智或中风啊，需要用到长照，这当然是抽烟的人要付这个成本啊，对不？这是合理的啊。哦啊，所以咱这物件爱出来，无社会会感觉讲，吼、哦，那像讲做长照抽烟税，感觉足奇怪、足不平啦、啊。有啊，有啊，这卖贩卖那个。香烟的销售协会的人要来给他改税啊！我讲歹势啦，会当我最欢迎恁来，但是吼，麻烦恁先踮外口吼，先等两点钟啊吼，把恁吃的烟吼，把体内的烟吼呼出来以后再进来，因为我对二手烟很敏感，结果你怎无倒来？哦，就是这样，因为我对二手烟比较敏感呐、啊。哦啊，他们就没办法进来了哈，因为。请他们要两个钟头嘛，哈。那我想这么多的研究都证明二手烟，哦，抽烟最，好、哦。那
我们都统计过嘛，咱的分相对的交国际来比，咱是给人足俗的呢，对无？一包分你看国际这网络这种足简单的资料呢，这可能嘛是恁，搞不好是恁的资料，吼、哦，拢给人足俗的呢。你看给人俗一两三倍嘞，吼、哦，所以咱去十步十块实在是应该还好啦，吼、哦，应该还好，吼、哦，一包去十块啊，应该无啥物问题嘛。当然就是讲吼，咱。到底戒烟的或是抽烟的比例降低了哈？即我想健康局过去有咧做，但是要哪个想办法来教育民众哈？啊，真正食薰伤身体啦，好，不是只害己也害他人嘛？好，我想这个需要来加强好民众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啦。好，害己害人，这是不好啦。好，唔是讲就一件物件伊啊失灵还是？好，需要去进长照，增加厝里人负担嘛。爱食薰影响到其他二手烟铺路的人嘛，吼。我想这拢最重要吼。但是咱过去感觉讲，哎，那像这个抽烟的人还是有，吼降的抽烟的比例降的很少，吼。所以有人咧讲啊，这里收这个烟税，好像来增加戒烟或是不抽烟的比那个就是效用递减呐，吼。我想。健康署这方面，唔知道有啥物政策来提关，吼、哦，咱烟税还是讲其他能够不抽烟的人的比例的提升无咧？像我们现在的抽烟率是逐年有递减，那实际上我们也根据WHO的FCTC 的一个整个架构来做，所以实际上这个都在政策上面来去推动的部分。对啊，但是价钱的比例愈来愈慢去啊咧，吼、哦，所以爱舒克怎么样去提升这个效率了，好不好？哦，所以嘛，这是有正当性的啦，哈。我们真的抽烟会造成长照成本的增加，那我们需要来做了，哈。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东岸的工，因为哈，确实很多弱势的人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我们就做好政策白皮书，来好好跟这些抽烟者沟通，或是跟民众沟通，安让他接受啦。啊，无哈，因为感觉讲这么公平。但事实上，这是很合理、很公平的事情，好，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吴委员。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
我们来继续开会。好，刚有关因为长照 2.0 即将上路哈，那刚王委员这边也提了非常多对长照 2.0 的一些疑虑，有几个临时提案要提出来哈。我刚刚是本席有先不是说不处理临时提案，但是这个事情因为事关重大哈，因为一月一号即将实施哈，所以我们是不是12点来处理临时提案？也跟各委员报告一下，如果有相关的临时提案，是不是就一并提出？好，我们12点左右来处理哈。好，谢谢，可以吗？哈，在座的委员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接下来是邱泰源邱委员。首先谢谢主席跟我调位置，非常感谢，他本来冲劲 要开始执行了，那不好意思，那主席我会不会请林部长、吕次长、林部长、吕次长、健保署署长、好健康署署长、好王还有主计处的代表、署长、还有主计处长，主计处是主计处是陈专门委员，请，好谢谢，因为我的时间是十分满哈，好，因为是联席，好，谢谢主席，非常开眼的那个机会，我们来谈 2.0 好的哈，我想看起来 2.0 要出发的哈，临行前大家都惊惊也很谨慎，但是最重要就是要如何创造多元，我相信在座的都是德高望重，非常有智慧有经验，对医疗体系对台湾人民的需求都非常了解的。好的前辈都在这一边，我们一定要来想怎么样创造三赢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坚定先整合社区所有资源，这个永远不要放弃，然后再研讨出最佳的可行模式。我想因那个一直在模拟创造的，如果让社区模式先行，那个不要步入健保一下子可能毫无准备之下变成基层社区相当的微弱，然后这个部分不晓得部长您有什么指导、我们都简单一点，好，个人完全同意委员的想法，你有没有什么法令啦，或者是方式，或者是命令可以让我们的社区先做结合，而不要让可能背后很多的大型机构，目前我们的这个所谓社区整个这个服务模式就是社区化，就是几乎就是挡得住吗？目前挡得住这种趋势吗？挡得住这种理想吗？坚定这种理想？坚定啊，就已经开始做了，已经22县市多，二十县市多。好，所以受到任何的打击，都一定要正面去思考，好去给你更好的模式。我相信。以林部长跟各位在座的前辈都是一定可以解决，你们的智慧跟经验绝对可以创造我们台湾人民更好的环境。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因为我20年来在做安宁的照顾，我觉得我很需要志工这个问题。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也对志工的团体非常的重，非常的觉得 impressive。那我们在这个相关的工作里面，有没有把健康志工的训练，或者让他们投入？你知道有时候你看那整栋大楼里面，华谷山的志工算千个以上。我像我一个工会的地方，处处都电梯很快就坏掉。所以是不是这些重要的人力？我在第六期医师是卫部第六期医疗网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负责人在帮忙处理，我们把健康志工 supporting system 加在里面，当然也没有说落实的哈。第八期就不见了，这个部分恐怕请，是不是你浪费了台湾很重要、很有理想的志工力量？志工是我们的量。部长，你觉得怎么样？志工是我们目前施政的重点，那总统非常关心，他一定要我们把志工能力要加强。我们也编了很多的预算，增强各地方的。那我想看到这个部分，因为我这十年来，我们在台大医学院跟一些相关的体系都在做这些工作，做到没力了，都没有资源。所以这个部分如何结合？我想健康还是医务，医务健康都一样，都可以做。好，那这个部分
最后一个就是全人健康照护要坚持。我想请问健康署王署长，你是非常有学问，也很善良，也很理想的一个所长。可是，在这样一个政策的推行当中，可能你的健康署的预算会因为税捐的减少而少了不少。那我请问你，很重要的癌症筛选，筛掉多少早期的癌症，创救了一个家庭，这样一个事情，或者我们自我照护 ，WHO 自我照护是非常重要的方向，你们也在推，可是这样经费不足，我不想你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署长，你有什么看法？简单回应一下。报告委员，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志工的部分，我们已经跟死亡者协会跟联化基金会来讨论明年再推社区志工的部分。昨天我们跟医疗社工协会来请他们来推工，从社工来去推动志工的部分。这两个我们从所谓的生理、心理、社会、灵性的部分一起来推到我们志工来参与社区里面服务老人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明年的计划已经出来，所以这个部分绝对会增加我们社区志工里面参与我们社区照顾老人照顾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有关那个健康检查，包括说癌症筛检的部分，但是经费越多越好哈。那在现有的资源底下，应该是不太足够。可是我们还是会去努力，包括需要用。那你就等于是玩弄的那个医疗机构，大家已经把人力、把组织都弄好了，在做很多社区筛检，甚至所有的民众筛检。那突然没有钱，那些人就 collapse。我们会争取更多的。主力总处对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想帮忙？我们会争取更多的公务预算来补这个缺的部分。争取不是嘴巴讲的，要有没有要大家承诺一下？有没有这个回应一下，或者觉得这个是 priority 里面是重要的？是跟主席报告，就是烟税支应的这些相关的业务，将来如果烟捐支应的相关业务，将来如果烟捐减少的话，我们这边会积极来协助，就是用公预算来做调整支应。好，谢谢哈。那我想我们一步一步做，设计扎实，其实可能我们会用最少的经费来做很有效的事情。这中间其实很多应该做的补助本来在做的那个不要随便就删掉，不要那惊一个都规个拢资源拢用来吃。其实这边只要有智慧的去处理，把相分级医疗把社区制弄好的话，相信会节省很多原来的预算，可以保持原来的做法。好，那我突然问一下那个健康署一下，今天报纸有写，健康很多健康教育啊，或先导或民众的调查的很多计划。是不是过去都由一两家，公关公司标去了？有没有这种现象？没有，过去大概我要六年到八年的当中，可不可以给我这个？可不可以？有没有这算机密吗？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数字？就是说，尤其是对调查民意的这个部分哈，因为说实在，我们以前有个团体，我们很认真找了很多学者去标，根本人家就已经号整一下，我们拼的要死也拿不到，这已经是很大概五六年前的事情。那我想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这个资料 ？OK， 没问题。这个实际上是到底是谁在哪一个机关负责的？会不会都偏在一两个团体在包去？我们去了解。我想这个一定要打破这个问题，让大家很公平。好，我们看下一张。那我想请问部长哦，卫福部有一个健保会，在这个是其实是关系着很多很多的健保。方向的、部长，你认为医疗行为是不是消费行为？不是。健保署署长，你觉得怎么样？李署长，李教授，应该不是啊。我觉得那个不是啊，不是哈。好，那良好的医病关系是医疗品质的保证，互相 trust， 互相有一个 commitment， 这个是医病的关系。那健保会可是健保会的成员，有时候因为我也参加过几次的哈，从久闻到亲自去进任，我们拍摄健保会，吴玉琴招委他是在里面很久，他是真的非常 kind 的为国家大计，我必须要给他最大的肯定。那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深深的觉得健保会的观念，都把医师当成你是来跟我们要钱的，然后那个跟你好像啊，医师也蛮那看不。较无能力的，去到遐，就敢那像你共偷钱的，我非常的伤心，因为我在台大医学院教学30年，我教出台大医学系的学生至少有
2000-3000个以上。哦，我们都教他好好的照顾病人，我们要哦奉献自己，我们要把死亡者的精神拿出来。可是社会零这一群代表医界，没代表民间的这个消费 的代表，却一直把医师当成是你是消费用我的钱。哦，这个是我是觉得，所以健保会会不会成为医病关系的恶化起源？哦，那我也请问部长哦，如何重塑健保会的优良文化，让他的成员有这种比较对事情看得比较透彻，对国家比较高度够，而不是站在自己一己的角度来看的，有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文化，部长？我觉得最重要是要有这个新的健保会的委员呢，希望有 理想性，而且他能够有沟通、有协调的能力，不要这个好像现在这样有点比较。部长，你如果选择一个有 理想而了解医疗的价值，对，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谈钱的，我不想你用什么 make 的人机制 来选这个。现在正在这个征询挑选当中。好，那我想这个部分也请那个好，请大家一起来努力。好好好，谢谢委员，谢谢谢谢。谢谢邱委员。那我们接下来是陈怡明委员。好，谢谢主席，是不是可以请一下我们的林部长？林部长，还有那个食药署的邱研，周研究员哈，他为什么署长不来啊？今天业务比较是在长照业务。好，委员好。那也应该有个副署长啊。副署长在那个外交委员会。今天经济。那署长在哪里？署长在哪里？署长是退休了吗？经济交。那可是部长说他在那个啊。今天有三个委员会的。我知道，所以你们说明一下，先暂停哦，时间暂停哦，就是我们食药署的署长现在在哪里？现在还没退休，还没退休。好，我知道，所以新的还没来。新的还没来。好，那还没退休，那请问他现在人在哪里？在哪一个委员会？哪一个委员会？哦，部长，你连他们的在哪个委员都没法掌握他们的行踪。因为我们今天。食药我在啊，所以我就是问你人员怎么分配嘛。你食药署署长你放在哪里嘛？因为我要问他。等一下，好，哎，好，那个稍微，他在经济委员会吗？我们协询一下好吗？好，他在经济，那另外副署长在哪个委员会？在外交，啊，外交委员是哪一位？吴秀英，林金富，林金富在哪个委员会？外交委员，外交委员会。那吴秀英呢？吴秀英没有，他今天都，他不来，没。哦，经济啊，好，都在经济。对不起，哎，主席，拜托一下，我们能不能那个暂停一下，就是说明清楚嘛，好不好？食药署的三个，就是一个署长，两个副署长，现在人在哪里？好不好？好，不会在家里吧？我那个，我们先，哎，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一下？哦，好不好？现在告诉我可以吗？好，现在告诉我吧，好不好？问一下再。因为我们在上一个上，我想主席很清楚嘛，我们上次就是在审法案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个动议嘛，为了陆生纳保的事情，最后其实国民党党团是有提出一个动议嘛，就是说因为这个食安的问题连环爆，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排进来这个议题嘛，但是主席才是说不要排进来嘛。好，不排进来没关系啊，但是我用我的时间来质询嘛，好，那但是如果说都已经这么清楚告诉你们说我会质询这个东西，人都还不来，然后派一个研究员来参加，然后到底这个署长副署长在哪里都不知道，我觉得这是有点藐视国会耶，还是我们应该再休息十分钟再开始好吗？因为连部长都搞不清楚他下面部下的行踪，食药署的官员，那你们也不知道吗？研究员，周研究员，你不晓得你的长官人在哪里？因为我，报告委员，因为我们署长就是同时会有好几个会，我就所以我才问你在他在哪里呀？现在正在了解中，好，正在。
一个署长，两个副署长，有三个会在举行，总是有一个副署长可以来吧？是不是？哎。现在了解的是外交部有一位副署长。我们看我们那个经济委员会也有一个副署长。临时动议礼拜一开，临时动议的时候就拜托说那个我们的主席排进来，主席说他有他的裁量权，他不愿意排进来。但是今天是卫福部审查这个长照，那我总是可以花我自己的时间问个一分钟、两分钟嘛，对不对？报告委员，那个林副署长在外交与跟国防委员会是。那个吴副署长在那个经济委员会。好，那署长呢？蒋署长呢？正在，他们正在。署长躲在家里。不，他们正在这个。退休还没退休哦，部长说还没退休哦。他们正在。是不是可以请他过来？好，好不好？我们你们去请那个署长过来。好，那个好，下一张哈。那个我想其实因为这件食安问题连环报哈，那再加上就是说现在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也定调说就是要办三场公听会，本席要在这边还是要跟我们的部长讲了，不是三场，是九场了，不是那个酒哈，不是 wine 哈，是我们有九场，本来是十场嘛，在我的认定里面只有在台南那场是有完成，其他九场都没有完成，而且在我们卫环委员会本来就有讲要开。要在北中南花东各开两场公听会，有十场公听会，所以今天如果你们只安排了三场，卫福部应该要去跟食安办公室讲说，当初在这边我们决定的是有十场公听会，你是以为说办了三场就可以便宜行事，然后就要开一纸公文就要出来吗？所以本席在这边请我们部长，一定要跟行政院的食安办公室告诉他们。其实当初其实是要办十场，只完成了一场，有九场都没完成。今天只办三场，如果将来你食药署要给我一纸公文就通过的话，那个食药署署长应该下台，我只是新的食药署署长，你也不要上台了。好，下一张，这个食安问题连环报，既然是在一个纳豆的里面的那个酱油包又出现这样问题。大包装没问题，小包装是问题，所以到底有多少的问题在这里面？下一张，好，所以你们启动的专案的稽查，我请问一下我们的研究员，好，我们署长还没来，研究员能不能告诉我？好，那我请北区主任。好，我就是要问，你就是那位一直在带着人在那边稽查的吗？是不是？好，先，好，请问你们现在是只要纳豆的你都会查，是不是？那稻米的或其他东西你查不查？报告委员，我们这次发现的问题其实是复合式包装的一个产品。对。那这次所谓的纳豆其实是纳豆里面附的酱包。我差不多共轨啊，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我很简单问你说，那你是报什么查什么，还是你是真的全面在清查？报告委员，后面有个人在讲话，是什么？是不是全面清查？你不要下指导棋，有没有全面在清查？我们在目前报告委员，我们目前在边境的部分，针对所有的包装的产品，我们会去核对之外，那我们针对复合式的包装，也会拆开包装去做一个抽查，会拆开来，拆开来，每一个都会拆，复合式包装都会拆开。那拆完之后，那这个东西都不要卖了，不是吗？应该这样说，因为包装产品它是以一个单一贩售单位为主，所以我们当时拆一包不会全部每一包拆，因为每一批进来它的进来的样态是一样的。好，那你们现在是只要发现有问题，是全部都销毁。是不是？退运或销毁。退运或销毁，好，谢谢哈，这个很重要。好，下一张。那现在就是罚款的问题哈。你们现在这一次针对这一家哈，你们本来是可以罚30,000到300,000，跟他的这个轻重缓急，好，轻重的情节重大要罚得多嘛。下一张。现在问题在于说，泰冠国际就是这一次出包的嘛，过去已经有出包过，就是换标的问题。你们上次罚他多少？上次是300,000，那这一次你们罚他多少？100,000，对不对？这次是有两个批次，那我们已经依行政就是裁量，就是因为他确实没有再去做这样一个部分。是啊，所以你罚他是不是罚到100,000？100,000加重哦，啊，已经累犯了嘞。上次就已经罚300,000，为什么现在又罚100,000？那这个就是他知法犯法，不是应该罪加一等吗？
包括委员，上次他的批次数是比较多的，我们是论件去做处分。你们用论件呢、啊？不是用他的是不是知法玩法在做这件事情哦？是啊，批次比较多，什么叫做多？你告诉我。刚刚说，因为大于等于三就是负数，就是多哎、欸。应该是这样说，每一次进来的时候，我们会用他的行为数来计算。那上次呢，我们会用裁量基准。那这次我们加重。好，那麻烦你把资料给本席好不好？好，你们裁罚的基准，这也可以当做将来。其他的要进口日本的食品的一个依据嘛，这些很多厂商其实都在看呢，弄出来蛋呢哈。下一张，好，接下来我们讲一下长照保险法的裁员的部分哈。那个我们是不是可以请社家属还有这个照护司的两位主管也上来好吗？好，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了啦，但是这一次呢，其实就是要定案哈，然后尤其是希望是说从税收制来做，可是其实。在过去呢，从这个林权院长几次的发言，本席发现说，其实他最后还是要做保险法，对不对？不是吗，部长？这个林院长的发言，他你上礼拜有没有陪他去那个参加那个剪彩啊？在那个没有，我去南部。那谁陪他去？好，来，好，我们蔡司长是，其实院长提的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很多长照的服务资源其实是还没有准备好的，对，是啊，经费不足嘛，对不对？所以 eventually 最后资源的部件是还不足的，那他有没有讲最后有可能会做长照保险？那我们先把这个资源全部做一个完整建制之后，最后有没有讲这个？在总需求里面来做一个讨论。对，最后会不会变成从长照税收会变成长照保险？有没有可能？院长提的是说，当这个经费变大之后，那之后我们再来共识，全民来共识，说是用哪种方式来支应这样。所以有可能嘛，对不对？有可能，如果说经费不足，就可能需要长照保险啦。好，下一张，其实这个都不需要你讲，报纸都有写啦，所以你也不要替林权在那边那个遮遮掩掩，这种供出来代替嘛。但是其实之前还没上台就讲说不会加税，经济不好不会加税。下一张。可是明明今天我们在讲就是一个加税的政策，不是吗？今天是不是在讲加税？长照税收制是不是要加税？不是吗？这不是要加税吗？遗赠税不是在加税吗？你们今天的法条上面是不是这样子？哎，怎么突然都不敢讲话了？啊，蔡司长，你不就是遗赠税要增加吗？保险本身其实民众也要付钱啊。我当然知道啊，可是这个是你不要那边这样子凹嘛，但是你看。未早裁员，林权说不算，结果他说不算加税，他说会特定的就不算加税啊，这个讲法是不是很奇怪？这种口气有点像什么？我不收贿，但不好意思哦，来拒绝大家的心意，那这跟贪官有什么不同啊？哦，说这样子的加税不叫加税，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歪理啊。下一章，其实哦，本席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你要一个做长照保险法。可长可久的一个法，你明明知道说裁员是不足，可是呢，你就是因为要选票，所以就选前就要骗选票，选后就要一个大的法夹弯，好，然后说短期内我们先用长照税收，先用税收，然后甚至之前好、哦、也有一些好、哦、在公听会的时候有些讲说我们要先做税改，税改完了之后再做税收，可是到现在的情况哦，就在上礼拜啊，哦上礼拜五。好，我们林权院长他去万华区的这个龙山老人服务暨日间照护中心，他说有编列约新台币200亿的经费做初期的裁员，但要长期推动，经费会不足，将来呢，有可能呢大量裁员是不可能编列，所以说初期是指定用的税，就指定用途税，经费不是很大，但全面推动会考虑采保险制。或税收制，这个你下个你讲的啊，报纸上面写的、啊，所以税收制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保险制。好，所以我今天其实质询，其实要跟我们的官员们来讲，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们现在在做整个的规划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从保险制方面的角度开始在做一些规划？因为 transitional 可能未来短期的4年是税收制，可是之后。如果经费不足以因应，
会不会就会 shift 过去变成保险制？那你现在就要开始规划、啊、要不然之前为什么会肖农福司长在他的那个司里面还暗藏了一个计划，就是说要规划长照保险制的可行性评估呢？这我们在预算审查的时候不就是有这个吗？连那个社会保险司的司长明年的经费里面都规划这个东西啊。好，下一张。 好，所以如果说现在的整个规划的运作里面你们的经费是不足，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又没办法做，下一张。其实是在11月20号，北中南很多的长照协会的人都上了凯道，他们的诉求很多了。那我这边写在这里，那我拜托一下两位官员还有我们部长看一下这些东西，就是这些长照的协会，北中南的这么多的协会，他们都快活不下去了，他们提出来的诉求，这些诉求荣获有些不是那么的适当，但是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建言。好，我这边稍微讲一下，包括说他们说抗议长照 2.0 遗弃重度的失能者，他们觉得应该要比照这个重度失能的优先照顾的基本人权的原则，应该给这个家庭每月12600块的补助。请问这个有做了吗？将来会不会做？这个是会是裁员的整体状况，所以就是不会 做，因为你没有裁员，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很多的家庭里面都有这些重度失能者啊，然后他们如果睡缴了，结果他们你也不补助他，那他为什么缴这个税？也很多人都在抽烟呐、啊，啊，抽烟的人，就刚刚其实吴坤议员也讲到，二手烟呐、啊，什么东西的可能会造成失智啊，或者当然最主要是造成肺癌啊这些。那他造成了重度失能的时候，他当初他缴了税，可是将来你不会用你他用不到这个钱。跟委员报告，不是吗？他如果在居家社区，因为长照2.0 的部分，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居家跟社区的资源不足，所以你这个部分没办法给嘛。所以我们现在要，可是民众，那个是有给的，我知道，但是民众是期待说你们应该是要去规划这部分的裁员、啊、我只是提出来，所以请你们将来长期的你要规划嘛，哦、你要听懂我的逻辑，好不好？林权院长他都已经指示了一个方向，短期他是用税收。长期裁员可能还是要保险，没有关系，他可以去一个法夹湾，但是重点在于我们的民众是不是真的因为你们这些行政人员行政官员，如果我今天已经告诉你这些是他们需要的东西，你们不去规划，两三年之后贸然的要转弯过去，转不过去，从来不做规划，那到时候这个就是你们的失职。所以我今天是告诉你们说民众的期待在哪里，然后政府其实有想到说可能将来会那样做。另外长照不合理的部分，例如说私人的经营住宿型的长照机构，我当然知道说现在你们是没有，可是将来你要转成保险制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有那一天，那你们是不是现在应该先规划，至少你们可以先回应给这些北中南这些长照协会你们的看法，长期有没有可能会做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其实很重要的就是经济规模，现在都是私人最高是49床为限制嘛，对不对？他们希望说能够有100床来成立长照法人，100床以下是私人的长照的这个机构。我也有询问过一些、做长照的人，他们要觉得说100床可能是稍微高了一点，60到70床或许是真的比较能够符合这个经济的规模了。你现在是49床嘛，那我问一下我们简署长，你们有没有规划说将来会稍微升高一点，让他的经济规模让他们可以活得下去，至少我经营这个东西我床数必须要够一个经济规模，因为也不是49床不是代表说他就每次都是在满床的状态啊，对不对？他如果是都是在平均是80%的满床，他只有40个人入住到这里嘛，那你如果是65床，那80%的话也不过就是52个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其实要好好的去、回应我们现在的业者，否则的话你会造成他们都是经营不下去，原来900多家在长照 2.0 明年6月上路之后马上倒光光，那情何以堪，不是这样子吗？所以简署长
对于这一点，你是不是可以回应一下？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个现在就是涉及到这个设立标准跟长照机构的设立标准呐、啊，那目前都还在跟这些，包括我们长照协会也在讨论当中啦。这个他们也会在那个会议上面提出来，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不要跟我讲讨论了，一直讨论没有用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三月、四月开公听会的时候也都有开了，来参加的人应该都有把 message 带回去给你了。你应该告诉我的是什么？我其实不想下指导棋，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要有专门的人员，好好的去从医管的角度去做一下成本效益的分析嘛，去做个评估，有数字，然后能够提供出来，然后以那个当作是你的依据来改变这个东西，不是在那边喊话画给红色嘛，对不对？这样比较科学嘛，不是吗？前一章我还没讲完。那另外呢，关于私人长照机构是不是可以自由转让跟继承，其实要允许负责人更换，这个很重要嘛，否则这个会像什么？以前阿碧啊，他要这个就是要废掉工仓，那个你知道那个情况是怎么样？他们把那个有牌子的那个工仓的负责人当作是一个哦那个老佛爷一样在负，因为他一旦过世了之后，那个牌子就 disappear 了。那现在一样的状况啊，你一定要让人家能够往下去继承，对不对？自由的转让嘛，要不然的话这个长照机构这些负责人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他死掉，你就不让人家这个就要把人家关掉，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不是吗？所以其实好、哦、这些零零总总了，是在十月二十号在凯道上面集结，好、哦、北中南的这些长照协会的人，他们提出来的诉求，请你们不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嘛，好、哦，最好能够有一个回应嘛，好不好？好，所以能不能啊，下一章最后哈、哦，第一点，本席讲了哈。哦核灾食品的这个要进口的公听会场次是不足的，更不要讲说连我都报名不进去耶，我就觉得很荒谬啊！说什么报名还要抽签，只限五十个名额，那我们是在监督的，我们是在讲说你们办完的，我是不是应该可以列席坐在那边？所以是不是请部长能不能至少能够通知一下主办单位，我们几个立法委员，包括我跟我们主席，我们至少去不会被。不会被拒绝入座吧？好，这个可以吧？可以办得到。我们总是应该，因为我们是要监督有没有在举办的嘛，对不对？委员来一定会给你好，谢谢安排位置。那第二个就是拜托，好，能够在一个月内提供给本席这个资料哈，就是北中南的这些长照协会的诉求，做一个长期的规划，好，这样子才是全民之福啦。我讲这东西其实是语重心长了，拜托一下，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哈。接下来是蒋万安委员，其实也跟陈委员报告，这次的修法主要也是要帮忙小型机构解套哈，不然他们即将要面临未来就是新的五年都全部要转换成新的组织哈，所以这个二十二条跟六十二条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好，来请蒋委员。好，谢谢主席哦，各位委员，是不是可以请林部长？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关于长照的裁员，其实我们几次委员会都讨论非常多。不过我想还是要提一下，其实在106年度，就明年1月1号开始，这个长照2.0要正式全面的上路。所以就目前卫部编列的相关预算，包括公务预算162亿，那现在我们财政部规划要调高遗赠税，未来调高会增加63亿，那烟税也会调高哦，增加158亿，考量到这个烟捐的部分哦，可能会短收，所以总计哦，大概可以383亿。就明年度开始上路来说，大概还可以支应了哦。但是哦，我们看整个相关预算的编列哦，其实我想提的就是说 ，OECD 的一个标准，公共的长照支出占整个 GDP 平均来讲1.6%，但是我看我们现在行政院的资料哦，就明年度。长照所需要的经费大概177亿左右，大概也占整体的 GDP 不到1%，哦，0.11%左右，所以离平均 OECD 这些国家的标准1.6%是有一段的差距。那我想更严重的问题是说，行政院的资料是在10年之后115年
长照所需的经费3000多亿，我想部长这个数字是对的吗？行政院公布的资料应该没有错吧？对吧？我们那个是10年的，对，10年嘛，10年的推估。好，所以我当我看到这个数字哦，我非常的惊讶、哦。115年，10年之后，我们需要的经费是3000多亿，所以我想请教部长，总计啦，总计好，就累积嘛。现在明年度开始162，后年209亿。好，一直到10年之后3000多亿，这么大的经费，我想请教部长啊，我们到底裁员在哪里？我们光是明年度编列这预算，卫福部已经使尽力量编列公务预算哦，好不容易跟财政部协调，找到遗赠，找到烟税哦，现在我想后年度的钱在哪里不知道，10年之后115年累计要3000多亿耶，部长。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到底我们的这个裁员从哪里来？这个、10年的3000亿，说一年大概300亿，所以这个如果是今天15条的修正能够通过的话，一年是可以到400亿。好，所以应当是对10年差不多。所以现在明年度大概所需要的经费啦，177亿嘛，那持续每年后年就是200多亿了，哦，一直到300多亿、400多亿一直上去。我要凸显的是，光是我们今年。就明年度的相关的经费，我们已经非常的吃力在找。从一开始跟财政部，从原本营业税，后来不行，好不容易找这个遗赠、遗产跟赠与税。那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些都是机会税，我想也不再重复。这些裁员是不稳定，而且基本上大家也只能磕到一次了。这些高收入的这些民众，他早就可以做相关的财务规划。哦，你说你要在后年再磕到他们相关的税收，我跟部长说几乎不可能。哦，那烟税一样，烟税也会产生一些排解效应，就像你们现在评估烟税，你提高吸烟人数可能减少成本的考量，那你烟捐当然就会下降。哦，所以我想再一次的强调哦，未来每一年，比如说你们好不容易明年度，那后年度呢？我报部长，你们有一些新的规划，比如说你们要开征哪些税收吗？这个部分可能要请财政部来。财政部的官员，次长，请，谢谢。委员好，次长好。所以明年度的确哦，我们现在今天的修法调高遗赠税、烟税，那有办法指引后年？大后年一直到10年之后，累积了3000多亿，平均每年大概300-400亿，有办法支持吗？报委员呢，财政部是在裁员筹措方面是配合这个卫福部整个长照系统的这个规划建制的起程。那么据我们了解，大概前4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前4年没有问题，是，所以前4年是不会再开征其他税收。目前如果按照规划的时程以及它规划资源的分配状况的话，前4年应该是足够的。前4年足够，好，次长您说的哈，我们来看哦，我希望也是足够了，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提出来哦，我相信哦，就我们现在扩大服务照顾的人口来看哦，还有现在预估的这些经费哦，再加上遗赠税哦，这些都是机会税的状况之下，我想次长很清楚，其实非常有可能未来哦。还是不够、哦、我想我事先提醒、啊、不过次长今天承诺前4年应该是没问题、哦、你们也说配合卫福部的相关规划，那我希望那4年之后呢？4年之后就要看这个整个未来长照它系统要怎么样的建制跟发展，所以目前长照2020的规划只够要到4年，不是因为出第一个阶段，好，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裁员在哪不知道，应该就会配合卫福部，我们会预先做规划，好，所以现在不知道嘛，到时候还要再看。是，所以现在我们一直讲说长照2020，你们都预估到10年之后哦，可是你们经费4年之后在哪不知道哦，所以我想这也不只是我，很多委员提出来，现在变成一种状况，你们挖东墙补西墙哦，看不到裁员到底在哪里，而且我是很质疑啊，你们现在遗赠跟烟税可以支撑4年啊，不过次长在那边承诺，我们到时候再来检视哦。好，我想接下来哦，我想谈的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调高烟税哦，
其实就财政部的预估给我的报告，的确你们考量的烟捐下降，也就是说未来会这个消费量啊会降低 3.3 亿包，是 是，所以你们扣掉了烟捐的这个减少哦，所以你们预估大概就调高烟税来讲会增加158亿。但是本席就很想质疑的就是说，当初烟捐也有一些特定的用途哦，包括根据国建署公布的资料，2015年大部分有用在癌症的防治、提升医疗品质、烟害防治、卫生保健、社会福利、补助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等等，还有罕见疾病。所以就现在你们调高烟税，而你们让烟捐的这些费用整个大幅降低之后，那原本烟捐用来支持给予补助的这些罕见疾病、癌症预防、哦、这个等等社会福利的支出，那这一部分请教部长产生一个排挤的效应，那有没有规划说那这些社会福利这些政策以及相关长期以来透过烟捐给予的这些补助未来要怎么样来规划？我们就是要积极争取这个公务预算来补这个67亿，所以要透过公务预算。你们光是支持用在长照的公务预算已经非常费力的编出来，你现在还要未来再透过公务预算来补烟捐的短收，是这样吗？对，一定要争取。够吗？67，这个就要跟主计处好好来争取啊。我们已经跟主计长有过沟通。好，我希望部长你在这边承诺，因为烟捐 用在这些用途是专门的这些用途，而且都是对于罕见疾病、癌症预防、烟害防治等等，是跟社会福利相当有关的。我们不希望说因为为了挖这个墙角补这边的洞而去忽略原本这个烟捐所要支撑的这些服务、哦、造成这些原本受补助的这些弱势、哦、造成他们被忽略、哦、被排除在整个相关的福利系统里面。接下来我想谈的就是说这一次、哦、长照 2.0 明年1月号上路，其实在卫福的报告里面谈到整体的规划会有 ABC 三级。那 ABC 三级卫福的报告里面谈到目标，希望 A 级有400多家， B 级829家， C 有2500多家。我想请教部长到哪一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这个其实 ABC 是一个示范计划，明年1月要开始，就是这个 2.0 的部分呢是从服务对象还有服务的项目增加。另外示范计划很重要，就是这个是社区整个的示范，第二个就是失智症的示范、啊、这些会逐渐扩大，目前是20个。所以哪一年可以达到目标吗？你们已经把数字都很清楚在你们报告里面一再说明。4年109年度，是不是？对。还是更早？4年了， 越早越好。4年，所以是109年度，是不是？10开始了，106开始。106、107、108、109年度嘛。好，那109年度你们可以达标，那是不是可以告诉本席你们相关部件的期程？明年1月1号开始，部长您说是试办嘛，好，一整年度试办，那后年108年度，哦，对不起，107年度的时候，你们可以比如说相关的 A 级、 B 级、 C 级这些到底能够达到多少？你们总是要有一个期程吧，而不是说第四年突然跳到400多家。就目前现在 A 级的这个照顾中心其实只有17家，哎，我是很难想象说四年你可以跳到400多家了。那个有一个四年的计划是有按照那个规划，那因为在那个计划里面是有名列，我们可以再提供给委员。好，因为哦，我在11月3号我就有一个临时提案，我那时候要求一个月给我一个报告，部件的期程、涵盖率的目标、人力的需求，到现在本席没有收到。我希望卫福部哦，本周之内把这个报告送来，好，提供给卫环委员会每一位委员。因为这个你们一再对外说是你们一个创举 ，A 级、B 级、C 级，好，这个每一项口
有一个照护中心哦，干妈点，而且你们也把数据目标定得非常清楚，四年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你们相关整个建制的过程，你们的期程，还有你们涵盖率的目标是多少？涵盖率目标我不知道署长知道吗？委员讲的是长照的涵盖率的这个目标吗？长照量能的涵盖率。那个我先跟委员解释哈 ，ABC 只是我们把那个原来的服务是片段没有衔接，我们去把它建构成一个网络服务的输送的体系，就是整合的一个体系。它只是在长照 2.0 里面的一个新的示范的计划。那至于整个的那个长照服务，它是包括原来的既有的 1.0 的架构，然后我们再去做很多各项服务都继续走，我们只是希望把那个服务的整合去做一个更好的衔接，形成一个服务输送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个里面并不是说我的长照 2.0 就等于 ABC，不是这样的，它只是里面的一块，像示范的计划，对，就是有一个延续性嘛，把现在把它做一个完整的整合嘛。对，那只是在服务输送体系的一个整合。那我们现在既有的服务都还是在走，对，不会说它的服务就没有，我们只是把这个服务衔接的更缜密。是因为既然定出了一个目标哦。民众看到会起有这个期待，也希望说长二零能够真的在四年之内能够做相关的部件，达到说你们整体的计划对外声称哦，这个巷弄每个巷口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照护中心。我想这个是很好，民众看了非常有感，可是不希望说只是口头说而已，而实际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目标，我希望说卫部能够做到，所以我希望能够把完整的计划部件的期程等等相关的规划能够很清楚的让所有的卫环委员会都知道啊，我想这是本席非常关心。最后我想请教，刚刚署长也提到，其实这也是个延续，从长照 1.0 到 2.0 啊，抱歉主席最后一点时间，但是我想提的是，请教部长跟署长，我们其实也花了相当的时间经费，还有找专家学者设计出了一个新的量表出来，对不对？这个是委员讲的是照顾管理量，对，照管员他们使用的。司长，蔡司长，这个是不是现在研发出来的？是一直都有在做一个。不，你们旧的量表跟新的量，你们有一个新的量表嘛？对不对？是适用长照 2.0， 但是你们现在的政策是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全部都用新的量表吗？我们有让各县市做选择。为什么？应该这么说哈，这个量表真正的目的在评估失能的程度跟失能的需求。为什么要让各县市做选择？那这两个量表其实在照顾评估的专业上的需求的面向是大约是相似的。所以一月一号开始会不会造成有些县市用旧量表，有些县市用新量表？那目前所有的县市都要用。确定，如果一月一号开始有些县市用旧量表呢？因为跟你们的报告还有你们网站上面说是让各县市选择用哦，所以还有的县市是沿用旧的量表。市长，报告委员哦，因为当初是有这样的规划，看各县市方便，但是现在调查出来结果是每一个县市都希望够备受训练，然后准备来用多元评估量表或者现在的照顾评估量表，这是第一个报告。那第二个报告是因为多元评估量表只是一个量表，最重要是量表要跟照顾计划跟我们的这个给给付制度有相关。那昨天找很多团体来谈，大家对这一点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会再来研议，使它能够比较好用。就是这个评估不是只是评估，评估量表要跟它的这个照顾计划要连接，照顾计划跟它的这个所谓的给付制度，给付制度对给使用者的都有相关。昨天有跟大家谈，大家还是有一点点意见，那我们会再来做一些讨论。我想这绝对是大家非常大的质疑哦。第一个，为什么明年说全面堂堂的长照 2.0 要上路，结果造成还是有的县市会沿用旧的量表，长照 1.0 量表，这不是非常的鸵鸟心态，非常的说不通吗？已经说 2.0 上路，结果你们开放让有的县市选择 1.0 旧的量表，非常的鸵鸟心态。
会造成什么问题？第二个，因为你们用新的量表，就是希望能够扩大照顾的范围，希望让这些失智的人他可以纳入整个长照的体系。但是你开放有的县是用旧的量表，就等于把这些应该纳入长照体系被照顾的人排除在整个长照的服务体系之外，造成整个体制上面被忽略的一群。你们一再说 2.0 明年1月1号全面正式上路，但是却开放让有些县市适用旧量表。那所以我实在听不懂，市长你刚刚说你们现在听到的部分人的一些意见你们还在研议，那1月1号开始到底会不会造成很多所谓的一国两制，有的县市用新量表，有的县市用旧量表，可不可以在这边说明清楚，做一个承诺？现在跟委员报告，全部都县市都表达要使用多元，就新的量表，这是第一个报告。那新的量表设计出来，大家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理想，那这件事情我们会尽速来处理。所以这次跟大家回应的部分，那多元评估量表会让新的对象进不来，那我想我们这个都有一些些的弹性的做法，使大家都可以纳进来。好，我希望市长这个真的能够明年1月1号开始，我们看到的是全部都是适用新的量表。既然说长照 2.0 要正式全面的开始实施啊，开始的来上路，而不要造成说这样子哦，有的县市用旧量表，而让部分应该受到照顾的人被排除在外面。我想都会一致，只是那个期程我们再看大家可以接受的时。所以期程是什么时候开始嘛？你又说1月1号是现在所有县市都说用新量表，那你现在又改口说不会是1月1号开始。县市自己现在的县市跟居家服务提供单位觉得1月1号上路还有一些些准备工作要做，所以也就是我想这个需要沟通，不是说我们制定个量表然后大家还在沟通都要上路，现在已经12月底了，市长你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光是一个量表就搞不定。你们也听到了很多的心声，民众基层很多的反应。报告委员，这个量表的部分是让各县市自己选择，但是现在是所有的县市都选用新的。那支付标准呢，是因为昨天有跟很多的团体做个沟台，对，那一般我们是希望他们的意见我们来做这个改修正，所以大概会过年之后大概3-4月才会，这个部分是3-4月用新的。好，没有关系啦，你们总是需要多沟通嘛，有一个缓冲期。但是我想点出来是说你们之前改制了新的量表，花了很多的时间，5年的时间，砸下了相当的经费，找了相当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出来长照 2.0 的这个量表。那我希望说既然配合长照 2.0 全面上路，新的量表你们也研发出来了，就应该全面的来实施，而不是非常的鸵鸟说有的县市还是沿用旧的，这样子反而没办法凸显说这些县市它相关的资源建设是没有不够的，而应该要凸显出来，而让他们积极的跟政府争取相关的补助，而不是放任这些还是继续我用长照 1.0 慢慢来，有些的县市先行，不是这样子的，这是要全国一体的，好不好？好，我们都在训练。是，蒋委员时间的关系哈，那刚蒋委员要求他们尽快进行，我们刚前面有委员是希望他更谨慎的来处理哈，因为他们的量表完了出来之后，结果后面的照顾计划的配搭是有一些问题的哈，所以我们需要他再做一些审慎的评估跟做处理哈，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可能要再多做一些讨论。哎，接下来我们是刘建国委员，我们待会李彦秀委员发言完之后，我们就来处理临时提案哈。好，谢谢主席。来，要请哪一位？请部长。好，林部长还可以吧？刚才原本要把那个王昭伟的拐杖拿上来。现在人。我说真的啦，我刚才看到王昭伟、王龙章委员对部长的质询，我是真的心里蛮难过的了。好，那当然也凸显了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么多次的委员会召开长照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做讨论的时候，我一直特别强调说，第一就是要缉捕能力的，缉捕能力，
哦，各位还对那个计有点听不太清楚，哦，第二个稳定裁员，哦，第三个缩短城乡，哦，第四个扩大虎区等等等，这个就不要多谈。那从吉普人力的过程里面，我从一早我一直注意到每很多的委员在做对部长的垂询，我听起来部长底下包含次长，包含相关的署长和司长答复上真的很没有把握了，很没有把握。包含部长所提到的很多的面向，未来会很多的做这样的一个补充或处理，基本上它都是属于补充能力的。就像教育部跟劳动部现在要推的什么青年什么什么领航这个计划，先工作哦，再就学等啊，还是说啊其他的。那我们从老照系、从长照系的这些学子毕业之后，他进到这个职场，他是处理中高阶的了。哦，在第一线的照护员的能力，基本上我当然听到署长讲过很多次了，每年国庆几班呢？哦，问他一拜嘛是国庆几班呢？无法多请假嘛？啊，你无法多请假，简单讲，即便稳定裁员，没有能力，就像王昭伟刚才挑战的，为什么对身障这一块居乎他的最高等级第八级的平均一天只有三个小时而已。所以当我们在讲整个长照 2.0 叫做扩大整个这样的涵盖面的服务，我们要把整个量能来做提升，服务的对象4变成8，服务的项目8变成17，但是实际上为什么让身障的朋友完全没有感受到？因为你的能力在哪里？为什么在居服这一块最高的等级，他一天才可以分配到三个小时？你现在敢跟我保证说一定有三个小时吗？从明年开始，从现在示范计划开始，裁员让你全部可以到位，你敢跟我保证吗？这是我们的 slogan， 我看到这 slogan， 我看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触。这是我在民国90年选议员的时候的 slogan。当一个民意代表让你找得到、看得到、用得到，我是用改做央了，哦，啊不用付得起了，哦，光靠这 slogan 就是安尼啦。你做一个民意代表的时候，你找到、看到、用得到嘛，央也丢丢了，但是应该改掉了，好不好？要用得好了，用得到吧，哦，用得到、用得够了，要好要够。今天你去扩大预算，好，哦。今天也去扩大预算才有道理啊。部长说你可不可以跟我简单讲说十年长照 1.0 现阶段的 1.0 我们原本的预计的预算是多少，执行到现在今年年底结束前总共执行多少，原本预算规模 1.0 全部多少？ 1.0 吗？对， 1.0 十年大概300亿左右。原本预算规模是多少？原本800。800吗？800，我们执行到现在第几年？第九年，第十年了嘛，十年还没有结束嘛，九年多嘛，我们执行总共多少？300多亿，执行率多少？执行率应该都超过90到100动了。如果预算规模去做这样咨询，40几%了，都有100多，就40几%嘛，我们明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长照预算的规模是多少？ 2.0 的规模第一年是多少？162.26。有含退伍会的吗？没有。没有，就卫福部。啊，含退伍会加起来多少？177.5。177.5。177.5对照你们现今执行的平均，每一年长照 1.0， 这样增加几倍？3倍。啊？3倍。三倍而已吗？因为平均啊，这是你的平均啊，哦，嘿，对啊，给几倍？您算出来几倍？6倍。如果跟平均来讲是，卫福部增加6倍，6倍以上。以卫福部增加6倍，以总共含退伍加起来是增加4倍多，对不对？平均30啊，5倍啊，我说错了，5倍。5倍啦，给5倍，给5倍哦，你一生给5倍钱就对吧？你经营得出来不？执行得出来吗？执行得出来吗？目标要把它执行完。
执行得出来吗？再问一次，请教再请教一次，执行得出来吗？可以。可以。106年170几亿，我们可以执行到位。对。80%、90%、100%。我们执行率的目标都是在90%以上。那10年的长照1.0就没有啊？怎么会有？当时的预算规模是800亿啊，一年就是80亿啊。但是没有编到足啊。对，就是没有编到足嘛。啊，现在跟你编到足，所以因为你们编到足，你们就可以执行到100%就对了。我们现在的预算编列的执行率都达到90几，预算执行往例，往例，往例的预算执行率达到90几，所以当时那个8年，哎，10年800亿那个是假的。那个80亿是是没有编到位，320几亿的执行率都有达到。你当然要这么算，可以这么算呢、啊，哎呀，那这是我们讲的10年长道是800亿啊。那预算没有框列，没有框嘛，所以是假嘛。今麦恁讲的是真的嘛？所以恁较早，恁今麦一当平均，底迄个规定内底是执行30-40亿嘛，对不对？平均嘛，对不对？所以10年才有300多亿嘛。所以你现在明年度106年马上扩增到5倍，你们还可以执行到90%、100%，是不是这样？目标嘛，好，目标会达到嘛？那如果再增加100亿给你们，你们一样会达到达标，还是会？这搞，这厉害，人多了跟吐槽啊！我多了跟猛哥，你给我保证嘛？刚才王兆老师讲说，在深藏居湖这一块。平均每天3个小时，这3个小时是一个月算起来就90小时，这90小时居委可以申请的到位吗？可以吗？你们为什么不敢给我答复？一定是要让民众能够用得到啊。核定93小时的，到底能不能执行到93小时嘛？可以吗？你有把握吗？有人力，欸、我时间又翻来了，算鬼了，没有，就是有人力嘛，前提叫做有人力嘛，啊，基本上前提的人力就是还没有到位嘛，那你怎么帮我去执行到位？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能够把那个薪资福利能够提升，就可以让这些人力来回流啊。薪资原本你就要提升，刚才有委员在请教你的时候，应该你们就斩钉截铁讲说，明年度的整个照护员的薪资是往上提升嘛，升迁制度一定会做建立完成嘛，对不对？这边中委员就请教过你们了嘛。你们应该有一套的整个这个规划朝向这样走嘛？但是我刚才听你们在答复过程里面不是这个样子，应该的嘻嘻的，没有啊？应该的嘻没有。来下一页，我们先讨论裁员。这恁的100空档亿，哎，100空档亿，178亿嘛，对不对？含公务预算，好，啊，所以含退伍会嘛，178，好，那你10年长照总需要的经费是不是3000多亿？2.0。如果以小英总统当时的名次嘛，对不对？好，那2.0第一阶段330亿的目标，由遗赠税从10%调到20%，然后推估金额一年约63亿嘛。好，然后你现在要涨烟税嘛，一包20块，等于你的预计进入到225亿嘛，对不对？总共达到466亿。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如果给你们466亿，你们一样可以执行到90%、100%。这个就这是需求嘛，那当然经费到位之后就是考验我们的行政跟我们的政策怎么做，那我们一定是朝着这个目标来完成啊。所以我就请教你，你们第一年到底你们的政策需求、你们的规划是到底要照顾多少的量能嘛？你不可以，你怎么可以答我说有多少钱到位，你们都可以执行到90%、100%？所以多给你们100亿，你还是答我可以执行到90%、100%，这有道理吗？那现在不要给你，不是多给100亿啊，现在多给你200-300亿啊。1466扣掉178，给你们200多亿啊，一样执行到90%、100%吗？应该这么说，就需求是系统性的一个都掌握，那有多少钱它有优先次序啦？当然有优先次序嘛，对、啊、对不对？多少钱？你肾脏这一块先照顾好嘛，你肾脏这一块你先给我答复嘛。为什么在长照 1.0 跟 2.0 的整个提升量的过程里面，他们还是93小时，而且你们不敢跟我把握说他们这三小时
还一定可以申请得到。是昨天开会的那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刚刚部长也有回应，是这个还要再收集大家的意见再来讨论。不是这个样子的，不对，咱明年都要要杀嘛，我相信你也做用心的嘛，嘛一直在做健康，对吧？但是咱你答复人的时阵，不是这款讲法啦。那这款讲法，我坦白讲，连自己党内的同志就已经没办法接受，然后已经台面化来跟你讲这些对你垂询的，甚至于我讲真的，我说刚才看得很难过，你多少攻击顾威哦，他从身上这一块，他看到这样的需求，基本上是没办法接受的。下个礼拜他如果排一个，真的才有会去排一个针对烟税法，他不让你过，你今天吴钊伟排这个整个联席审查到底何在？你们为什么一再做本末倒置的事情？我今天问你讲说，多了100亿给你们，多了200亿给你们，你们怎么做？你们资金有办法达到那边？你给我硬跟我斗，好啊，起码好啊，合理啦，这不是合理？225亿合理？你每年我都请个90%到100%，对100，我对你行回答不？对100，变400再来又对哇？你一样资金到80-90。我报告员，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人力的，不是对嘛？所以从头到尾我就一直跟你讲说。缉捕能力绝对是首要嘛，第二个才是稳定裁员嘛。我们能力到现在，你们没有办法斩钉截铁的来做一个有效的规划，达到预期这样的目标。你们底下相关的细节要去执行服务的项目，你就会大打折扣嘛。不是钱给你，你都有这条走啦，同意，别来这套啦。啊，你今天编裁员跟我那边呢？你把长照整体的经费让烟税占了68.18%。告这条代志，告这款便利方式。下一页，烟圈再多一个6.5哦，烟圈算在你的公务预算里面，整体长照2.0的经费，烟税69.47%，已经近70%，再加上烟公务预算里面拉一个烟圈进来，70%，我们用70%的烟圈跟烟税在做我们的长照基金，不是叫做吸烟就长照了，我不会讲这种话了。逻辑有道理吗？报告人，还是这个吸烟跟失能是有关的。我们最主要还是照顾失能。那这个国内外的研究都是，只是这个失能第一个危险因子就是吸烟，所以应当是有关的。部长，失能的种类对类别很多了，对，直接由吸烟影响到，对，他必须要接受长期照顾的。有实据，有文献，你就给我们委员会做参考嘛。好，为什么到现在不拿出来？好，有这第一点，这第一点，我委员会到现在应该没有人说过了。Q&A 就送给 Q&A 有，好，就是2012年的烂血的。那我们统计嘛，现在106年，我们长照需求者经过官方统计应该80几万嘛，还是70几万？73。好，民间是算80几万的，没关系，我们算70几万。因为吸烟导致这70几万所占的比例，需要长期照顾的比例是多少？这个大概很难算。为什么叫做很难算？那个这个就必须要算出来啊。相对风险不行，相对风险没关系啊。70几万所占比例多少吗？这个是我们会提供，我们是那个李玉勋教授哈，他有做过是1%多是增加这个倍数，那我们会把。变成说多少人受到影响，多少经费会跟委员报告？不是，你们现在马上讲啊，公开讲清楚啊！吸烟导致失能，导致现今官方统计的需求，长照需求是70几万，所占的比例是高于多少嘛？是、欸、所占比例是多少嘛？那大家讲清楚啊！你敢用70%长照基金，长照基金用70%烟捐加烟税，你要来支付到未来长照2.0的这些需求者？那你要跟我证明一点嘛？你说因为吸烟导致失能，现在70几万人因为吸烟导致失能的比例是多少嘛？健保跟抽烟有关的支出是一年有534亿，里面跟健保跟抽烟有关的支出是534亿。那是健保啊？对对对，哦，500多亿，500多亿，健保一年的预算是多少？6000多亿。嘿，然后你用这个数据来回答我问你的问题。我要怎么跟你都在一块？我要怎么去计算？那个，我要怎么去反推？
其中是有关，比如说死亡率的部分，十大死因里面中风、心脏病还有糖尿病的部分都跟这个有关。我问得非常清楚，七十几万现今官方的统计，七十几万需要长期照顾的这些需求者，因为抽烟导致他必须要被长期照顾的比例多少？我只问这样而已啊。我的题目非常简单啊。我补充说明，那个造成失能的主要的这个疾病是中风跟心血管疾病。对啊。那那个抽烟它产生的这个疾病，主要的就是中风跟心血管，那这个高达大概七倍。这个是倒推回来，就是说最后结果是失能。那失能前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是来自于心血管疾病，那特别是中风。那这个抽烟的一个高风险，其实是造成那个中风跟心血管疾病的最高的杀手。所以啊，比例占多少嘛？你还是没有答复我啊。我们一个相对风险大七倍。七倍，你的七倍是七十几万的，对，多少比例嘛？抽烟跟不抽烟人得到这个？不是啦，你现在台湾的七十几万的长期照顾需求者，是因为导致他必须长期照顾的比例占多少嘛？你答复我啊。相对风险是多少啊？我时间到了吼，潘姐，小伟，你我搞这代，跟我清楚了吼。你可以把这个整个长照基金放的将近七成的烟券烟税在这里面，这有道理吗？不对，就剩五啦，安尼敢有道理？啊，我主要是不敢，我主要是感觉足奇怪，讲离婚管烟税法我们还没有修嘛。你长照护法现在把这个排进来，大家是可以讨论，我没有意见，我也尊重。但是我先要把这个东西弄给你看。那等于如果今天我们都一直采税收制，不像你们底下的人去参加团体的代表去讲说，应该是用保险考虑对吧？那如果是安尼，这十年的登缴，你敢知烟税扣偌济？扣两千几亿，这叫做我们长照的稳定财源吗？你今天调高烟捐、调高烟税，不是要降低吸烟人口吗？那你怎么把它放的比例又这么高？这不是逻辑错误吗？我们自己的一个大法官将詹大法官讲的，政府打算调高烟捐作为长照财源，但若指定特殊税收来源，例如从吸烟人口上课税，这种方式会不会违宪？他的回应很简单，最理想是专款专用。既然从特定人身上课税，该用在特定人身上。从国家的财政观点，或许无法容许这样。若专门从吸烟者上去课税作为长照财源，这部分是我经得起宪法检验，是值得非常考虑的一件事情。而且你的比例又这么高哦，詹大法官还不晓得比例是这么高哦。你一边你要提高烟税，一边又要提高烟捐，你又把烟税烟捐放到长照财源的70%以上，我觉得非常没有道理。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能够支持王昭伟下个礼拜马上排烟税，大家好好来讨论。你要去调高，然后来做今天你的长照的主要裁员，啊，你唔得叫假人，爱卡过来假嘞，该过来卡过来假呀，大家就是爱卡过来结婚嘞，长照基金才可以稳定嘛。因为你到底要执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税收给付，到时候会不会转换变成保险，我们不清楚嘛。但是你要走几年，谁有帮我预估？但是如果万一真的走了十年都是税收，那你公务预算都不用支付了，你全部都靠吸烟、靠烟税跟烟捐，就足够来处理你的长照基金，这有道理吗？我只是讲一个逻辑问题的，最后一个逻辑问题，今天还有22条，还有62条。我们一直期待我们的小型机构可以转型，可以单轨，一样道理。烟税法未修，我们长照护法自己去调整，一包分要去20块。结果你敢知囤积到什么程度？有你抓菜虫，你若无去抓分虫，你敢知这案出来了囤偌济分？你敢知中小阶级的这劳工干解救，万梯万地？万公那里进不起，你不参与。小型机构，你跟他讲说，我们的法人法要出来了，你们听我们讲，我们会好好做处理，我们未来朝向单轨。为什么你法人法到现在草案还不出来？为什么你们全部通要做一个就是本末倒置的事情？
谢谢主席给我这么多时间，谢谢。好，好的，谢谢刘委员。我们接下来是李彦秀委员。好，我也请部长啊，也请司长，刚才哪位司长？国建署，对，国建署是王署长。王署长，好，欢迎好。好，那蔡司长也并请上来。我想，部长从今天一大早9点这个答询到现在，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其实长照大家都希望做得好。但是如何真的是可以用得到、找得到，然后它又是一个可以长长久久稳定的政策，事实上是很重要。但是我相信不分党派，各个委员也看到长照到目前第一个人力上的问题，第二个裁员能不能够稳定，这当然也是重点，两个面临最大的问题。我相信应该所有负责未来长照政策，所有的在现场的所有卫福部的官员应该都非常清楚，人力怎么处理，裁员能不能够稳定。刚才我好像听到前面有答询的委员说，哎，目前的长照政策看起来按照目前的这个烟捐也好，遗赠税跟烟捐的部分好像只有机会做到4年哦。我特别把这个数据拉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哦。在遗产税的部分，从1995年到104年哦，我们开始去看到它的税收的变化哦。其实除了1998年的时候我们调降遗赠税之外哦，特别低之外，后面我们可以关注到，就是说因为遗赠税的调降，除了1999年，其实是因为王永庆遗产税的关系有增加之外，遗赠税的调降事实上跟我们的税入好像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包括未来调增，事实上遗赠税的调增会不会有很多直接的关系，事实上这个不确定的因素事实上是非常的多，但是刚才也看到，刚才包括刘建国委员也质询了这个烟税的问题，如果烟税调涨，包括烟捐调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过去的数据哦，18岁以上抽烟，在民国79年的时候还有32.5%，86年的时候我们实施每包烟捐5块，那时候我们抽烟的人口降到27%，到104年的时候已经降到17.1%，也就是说烟价的提高事实上是有效抑制吸烟率的工具。那我也看到后续，我提供这个图表也可以看到后续事实上增加这些税收，烟捐的税收调高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收入事实上是越来越低。那我就担心说，看到我们遗赠税过去调降的那个状况，包括我们提高这个烟捐的收入这个状况的话，调高这个未来调涨每包20块这个部分，那未来我就担心说你的裁员能不能够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跟问题。部长，你从今天答询到现在，以目前我们规划这个状况，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能做4年？这个部分还是请财政部帮忙回答。好，吴次长。报委员，因为刚刚是初步询答的时候，是我们是那个跟委员报告，因为财政部负责裁员筹措，那整个裁员筹措要看卫福部他整个长照规划的期程，我们一定会筹足到适当的这个裁员来支应长照的需求。但是次长，长照我们是要长长久久，这个是大家共同一致的方向，是我不希望每一年都来找不稳定的裁员，更何况我们等一下我们要讨论法规，我们对法规也要去做调整跟修正。如果我们每2-3年都在筹措不同的裁员，那也就是对卫福部未来的执行方向增加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是吗？部长，林部长，你先回应我。我们希望有这个稳定的裁员，没有错了。那刚才不管好几位委员都答询，包括我刚才提出来的数据都可以看到，事实上增加烟捐，事实上吸烟人口有可能会下降，但是它确实
对未来这个稳定的裁员来说确实是有问题的，包括遗赠税的调涨，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其实也还是很多。那次长，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每三年两三年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法规，三四年是不是也要调整一下法规去修正，为了未来让长照能够有更稳定的裁员的话，是每两三年都要再调整一次。报委员就目前的那个估算啊，就是委员刚刚是有担心，譬如说吸烟率会下降，或者是遗赠税会有人可能会产生租税规避的现象。可是我们看这个时间序列，从1998年到104年的资料，这两个税收其实还算相对稳定。譬如说像烟税的，都一直维持在200亿左右，所以不至于会有市场幅度的变动。是。我刚才提供那个数据，事实上你烟捐提高的话，吸烟人口是会下降的，是、确实是有过去有潜力可循，对，我们有估算进去，所以税收，事实上烟捐的税收是有可能越来越少。我们因为烟税有调高，然后吸烟的人口当然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减少，但整体来讲净的税收还是会增加。报告委员，因为我们在估算的时候已经有考虑到吸烟的人口可能会，譬如说我们每涨价1%，可能吸烟的那个量啊，可能就会减少到那个0.8%。部长，那我先问部长，我们提高烟捐，事实上，我认为是很好抑制吸烟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是目的是希望增加税收吗？调这个烟啊，烟税，目的是希望增加烟税的税收吗？最重要是要促进国民的健康，那同时才筹措这个长照的裁员。部长，其实我对你的专业我是非常的尊敬哦，但是我认为依照目前裁员的筹措规划方式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方向。我凭良心讲，从刚这么多委员的垂询的过程当中，过去蔡英文总统包括也在选前有承诺说，未来长照的部分要用330亿来做。刚才王委员也希望说，长照事实上要做得好，事实上包括我过去我在垂询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长照的对象可以纳入更多的人，也就是说国人对于长照事实上不同的需求者对他有很多的期待，未来如何把这个不同者的需求纳进去更多，其实是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其实长照被要求未来一旦你开始上路做之后，对象我们希望越纳越多，照顾者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福利能够做得越来越好。这个裁员如果按照现在充满不确定性，还有包括刚才财政部次长的回应的话，我觉得是不足够的。你如果只解决现在4年的问题，那我相信可能没有办法符合国人的期待。毕竟现在外界国人还会认为说，哎，原来长照在推行的过程当中，我的家人、我的长辈可能可以受惠非常多。但是，一旦执行面到第一线去做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非常的失望哦。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后续我认为长照的资源的建制现在出现了一些状况哦，就是说我们目前资源不足的状况之下，很多人会觉得服务不够好用。我希望有机会可以照顾到4个小时、6个小时，但是原来我只分配到3个小时。不同的病人，他可能在插管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有些很简单，30分钟，有些可能2个钟头，插管可能都还有很大的问题。哦，帮他卫浴，帮他洗澡也都是哦，所以服务很重要。但服务如果不好用的话，那被照顾者他就觉得我不喜欢用，对不对？你这个临时性的就不喜欢用，那未来的照顾者就会压力很大。这个也让很多为什么年轻人他必须离开职场。他必须回到家里面去照顾家里需要照顾的人，所以照顾者的压力也会很大。那当然后续可能会认为不好用，我们现在长照政策不好用的话，他可能还是需要用外移民工来去做一些后续的照顾的动作。那我们服务者需求不会增加的话，当然我就会认为你会认为说，哦，以我们现在的规模就够了。事实上刚才刘建国委员有提到说，目前你们照顾者评估出来是有70几万人，其实外界是认为你们的评估是比较保守，认为说事实上被照顾者的需求事实上
有达到80多万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长照的整体的建制如何用得到、找得到、看得到，还有包括整体让国人觉得长照的服务真的是可以很实用，我觉得那个还是关键之一。所以我部长，我认为你很辛苦，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其实在这整个税收在裁员上的规划，我个人都认为大有问题，还不止我个人。所以未来我希望说在法规的部分处理哦，我也认为说在基金的部分，我待会我有提出临时动议，我还是希望临时提案，我还是希望未来裁员的规划是一个稳定性的哦。那另外当然我认为未来每几年每三年都至少要去好好检讨一次他目前你的整体的规划的方向，而不是说一试半之后我们就持续这样去做一些处理。我还是担心说每三四年裁员上的问题，还有台湾面临高龄化的社会，包括超高龄化的社会，未来被照顾者的需求可能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在执行面上，第一裁员的部分还是应该稳定性可以长长久久永续的经营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裁员的部分应该是要纳入法规去做一些检讨。那第二每三年未来应该要再去做一个整体长照整体执行面的评估，我觉得这个才会有机会让整个过去不管蓝绿两党，过去马政府时代跟现在，大家都对于长照有期待，我们也真的是希望台湾的老人福利、社会福利真的做得好，否则我担心的是未来劳动力的人口越来越少，因为当然是高龄化社会之后面临的问题，但是如果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回归到家庭去照顾被照顾的人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认为这是今天我提出来，包括待会临时提案我提出来，我认为是要注意的方向。那也再一次跟部长提一下这几个部分，我不知道你还能够留在这个位置留多久哦，但是我相信长照大家都有很高的期待。当然这整个长照政策我知道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主要规划的其实不是您但是我觉得坐一天在这个位置上，所有你的专业能力跟你知道的，我觉得都还是应该清清楚楚的交代清楚才对。好，以上谢谢委员。好，谢谢李委员。那我们现在要来处理临时提案，总共有八案，那我请议事人员先宣读第一案。第一案，为确保长照 2.0 开办后失能身心障碍者之居家服务品质不致倒退，原要求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自106年1月1日起专案控管49岁以下且长照需要等级达第5级以上身心障碍者之服务提供情形，确保直辖市及县市政府优先派满评估核定时数，以保障其生存权。前述专案控管机制应以书面报告于1个月内送交社会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各委员办公室。提案人委员王龙章、钟孔照、邱泰源。宣读完毕。好，针对第一案，行政部门有没有要可以执行或是要说明？来，那个简署长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委员是针对昨天开会的那个量表加上那个相关的支付制度哈，那因为这个可能我们内部还要再做一些的讨论哈，所以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达第5级这个部分哈，是不是用重度失能的这样的字眼？因为目前现况哈也是用重度失能的部分哈。那至于专案控管，因为委员是期待说，我们对于有一些哈县市哈，像居服提供单位，他们如果派不出人来提供服务的时候，本来应该是要跟县市政府这边回报，然后要由县市政府出面来做一些的协调跟沟通哈，然后去指派这个评估的这样的那个服务人员去服务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来找地方政府哈来。整个机制来做一个讨论哈跟检讨，那要求地方政府要做这个部分。不过就是时间哈，因为还要找地方政府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来，汪委员，2个月可以啊，但是那个不用重度啊，就直接如果你们认为就是说那个等级不一定会实施的话，
不是不一定会实施。就且长照需要等级达第五级以上，这几个字拿掉就好了。嗯。就是49岁以下身心障碍者，的服务提供情形。嗯，好。就把且。那且长照需求等级达第五级以上，这有几个文字拿掉，这样可以吗？啊，就是专案控管49岁以下身心障碍者之服务。专案控管49岁以下且有长照服务需求。那这个会对，还是要有长照需求，还是要有长照需求啊？对，重度以上的。那一个我可以给你两个月，但是这里面的话，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春节，就是说春节的这一个部分的话，你们一定就是说要能够掌握，就是说没有道理，就是说春节不提供服务，或者是要加倍收费。那个是后面加倍，是不是？是在后，你的第三案有处理吧？是你们核定的服务。不，我还是建议哈，因为重度失能这个是，比较需要我们整个哈，一定要把它优先派满的这个对象啦，是不是？我们先服务的就是说对象里面也是重度以上嘛，是，对不对？所以前面的没有，还有长照2.0服务的对象会有轻度、中度跟重度啦。报告委员，我想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重度有那个奶油效应，就大家轻轻的去做，然后重的不做。在生权法里面，这里面牵涉到就是说跟生权法的就是说竞合，生权法里面的话，它其实也没有就是说限定嘛，好，所以这里的话还有包括的就是说它不一定在长照里面了、还有就是说生权法里面相关规定要提供的服务啊，嗯。不，包委员，我想我们大家的目标就是希望不要让那些重度的身心障碍者、失能身心障碍者，因为居服单位，我想你的关键是我的解读了哈，就是因为他们比较难照顾，或者需要比较多的照顾，大家不去，所以这一块需要我们多一点关心，那我们就来掌控这一块啊，了解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对不起，理事长，不是要你们多一点关心啊，是要你们负起责任，而且是依法负起责任来。是。所以你希望还是全部不要只是锁定在重度这一块，对，就是有做的这个部分的话全部都要列管，因为现在的就是说情况太差、而且你们没有负起就是说责任来、然后各县市执行的状况等等也通通都不一样。刚刚我其实不想再花时间再谈了，署长刚刚讲就是说如果服务机构就是说服务提供不出来要报县市政府，好，然后县市政府再派人去，县政府哪里派人？派他的就是说的工作人员吗？乱讲一通。好，就是专案控管49岁以下且有长照需要的部分吧，就没有资失能身心障碍者的服务提供情形。两个月内再送给卫环。卫环及财政，两个月，我刚讲就是说两个月可以接受，但是春节的这个部分的话，一定要做处理跟解决，要掌握。我们一起来在春节的这个春节的就是时间了，这4天的话，很多人缺乏这样的服务，连活都会活不下去。好，所以刚文字上第三行是这样修正嘛哈，专案控管49岁以下且长照需求。失能身心障碍者之服务提供情形，好，这是文字上的修正。第最后倒数的第二行是于2个月内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还有财政两委员会各委员办公室，好，改成2个月，好，好，那我们就照这样这个通过。好，那提案二，来，我们进行提案二。第二，查卫生福利部提出之居家服务支付制度草案，拟针对服务对象于晚间、夜间及例假日使用居家服务，增加其部分负担金额，并强制规定不得于晚间与夜间同时使用居家服务。长期照顾十年计划2.0已扩大纳入所有年龄层之失能身心障碍者，然前述规定明显违反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49条，身心障碍者支持服务。
应依多元连续服务原则规划办理，并有惩罚重度及重度失能身心障碍者加重其经济负担之疑虑，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应于106年1月1日服务开办前，依据身心障碍者权利保障法之相关规定，全面检讨居家服务支付制度草案，加开会议征询身心障碍团体与身心障碍福利服务单位之意见，并将检讨结果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财政两委员会各委员办公室。提案人委员王龙章、钟孔照、邱泰元宣读完毕。针对第二案，行政部门这边 OK 吗？好，就照委员的提案通过哈。好，那第三个临时提案。第三案，为确保长期照顾十年计划 2.0 开办后，失能身心障碍者及其家庭之经济负担不致因为选择居家式服务而加重，甚至因支付制度设计不良，变相惩罚重度与及重度失能者，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105年12月23日前发函与各直辖市及县市政府，重申至106年1月1日起全面取消设家障字第105、07、09、294号函，对于身心障碍者于国定假日使用居家照顾服务，需加倍收取自费金额之规定，卫生福利部并应负起主管机关之责任，要求各县市与直辖市政府监督受补助服务单位，应依据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及契约内容提供服务，不得擅自取消例假日之居家照顾服务。提案人委员王龙章、钟孔照、邱泰元宣读完毕。好，来第三案，行政部门这边。没意见哈，可以执没问题哈，好执行没问题。好，那针对第四案，第四案为加速失能身心障碍者社区式服务资源之据点部件与服务量能扩充，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106年4月底前，针对失能身心障碍者之需求，于各直辖市及县市至少办理一个社区整体照顾模式，相关资源部件策略应符合不同障碍类别之照顾需求，尤其应优先回应目前严重不足之精神障碍者日间照顾资源、智能障碍者与照顾者双重老化服务资源，优先部件身心障碍者社区服务据点。提案人委员王龙章、钟孔照、邱泰元宣读完毕。好，针对第四案这部分，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会涉及到整体失能身心障碍者，因为委员要求的是一个至少办理一个社区整体照顾模式，就是我们这个身障的 ABC 哈这个部分哈，那这会涉及到我们身心障碍的这些相关的民间团体的服务的那个现况，跟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也要再去跟他们做一些的说明跟培力哈，那这个也会涉及到民间团体的相关的一些沟通跟协调。那我们是在106年底哈，看可不可以就是长出一个整套的一个身心障碍的社区整体照顾模式哈，是不是可以容许不要在四月，因为四月现在时间是有一点仓促，还需要再跟团体这边还有地方政府这边要来做一些的沟通。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部分不是从零开始、啊、是好，不是完全没有。那然后这个部分其实比我们长照的发展要来的就是说更早。奠定各县市的就是说相关的资源啊等等的话，就是说它的就是说现况事实上也是可以了解跟掌握的。好，那如果有继承的就是说资源，事实上只要政策下去它就可以发展。那如果就是说资源不足的这个部分的话，也要政策就是说及早定资源能够就是说下去，它才有办法就是说发展出来。这样子的就是说沟通啊等等，要花一年的时间。不是，没有道理啊。如果只是在说去把这，因为委员这样看起来的文字是要把它至少要办理一个。好，那这个办理在四月底以前要办理，可能这个时程是有一点仓促了，
是不是可以再容许宽限一点？这不是仓促，这不是仓促的问题啊，是你们有没有能力的问题啊。好，我要再特别强调，这不是我要跟部长讲的是，这个不是只有是社家属的事情哦。好，譬如金藏的这个部分，就跟我们的新口司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这里不是说这通通都是社家属的事情跟工作。好，就说没有办法到年底啊，六个月好不好？到六月。六月前规划，因为这不只是照护社家属的业务，还有心口师金藏的部分，嘿，对，六个月就规划，要办理，哎，拜托，一个县市才只有一个，能不能告诉我说哪一个县市不需要，好不好？这些优先的就是说是哪一些县市，就是说不需要这样子的，就是说服务，而且这也不是叫你们从零开始、啊。这一些的，就是说的内容，其实也是法定的项目里面是委员，那是不是？我们在六月底以前，哈，就要规划办理，县市至少一个哈的这个社区式的整体的服务资源这样的一个服务输送体系，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叫做社区整体照顾模式了，现在叫做社区整体照顾服务模式，所以是。就是说它也不是这个，就是整体的社区服务的资源的一个整合模式啦，整合的服务体系啦，所以是不是就是整体，所以你要加服务两个字，是不是？你要加服务两个字，我没有意见了。社区整体社区式的整体整合式的服务模式啦，因为现在也不是体系，你们自己都没搞清楚社区，因为这个好，因为不叫模式了，是叫服务体系啊。因为身障本来就是以全人的照顾来做了，所以这一块呢，王委员来说，所以你现在是 A、B、C 都会有，对不对？是，应该是说，对不对？你要讲这体系就是 A、B、C 都会有嘛，对不对？其实或 B、C 不一定是，因为现在有的县市是资源不足区是 B 加 C，如果资源丰沛的才是 A 加 B 加 C。目前在长照 2.0 的规划示范的内容也是这样，我说明一下哈，它这个地方因为是一个社区整体照顾的服务体系哦，它其实也包括老人跟身障啦，所以独立出一个就是身心障碍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好像又把两个系统又分开了，应该是说怎么样在这个整个社区整体照顾的服务体系里面，把身心障碍的服务资源都要长出来，嘿啊。主席，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好、啊哦，这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来的对，这个东西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只是要他们，就是说赶快来做，好、哦，这样的东西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跟委员报告，其实，在我们现在在示范的里面，也有一些身障的那个资源是进来在我们整体的 A、B、C 里面，它有可能成为 B 或者是 C， 目前就有。目前就有，所以是要真的像吴委员提出来独立吗？还是说我们是不是重点在我们的身障人员要能够老人机构、哦、同样的，你要不要承认我老人机构的话都会、收人的、就是说老化的身心障碍者、哦、老人这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哦、所以那个是你们原来的政策，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了、啊，就说六月底以前把这个做出来，对这个失能的身心障碍者的需求，在各个县市要求或者建请，建请要要求或者建请啊啊！你不要建请了，好，请卫福部了，针对这个部分，在各县市至少办理一个，至少规划。多元的社区式的服务的资源，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因为对身心障碍者，你可以规划，不可能好，社区其实办理之前一定有规划嘛，哈。对，规划办理。你不规划就办理了吗？重点在办理啊。好，你前面要干要做什么？你要做研究，要做调查，要做分析，要做检讨，都可以啊。重点是在要办理出来。那就也请委员跟我们
宽限一下六月底以前呢、啊，哎。所以文字修正是第二行的部分是原要求卫生福利部于106年六月底以前啊，针对后面再加上第三行是于各直辖市及县市政县市至少规划办理，后面文字有修吗？就是社区整体照顾体系啦，那正确的名词好是办理一个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是吗？还是你要刚写文字再给我确认一下好吗？规划社区多元的服务的资源服务体系啊。哎，这个案是不是请你们把文字修完了，我们等先送上来，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确认好不好？好，因为文字都讲不清楚。你觉得可能吗？你们把它写成改成这个样子。那个王委员，是不是文字他们再重新拟一下，然后再确认一下？等一下，我们再这个案等一下。因为对身障来讲，本来就是全人照顾了。那目前的 ABC 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也有把身障的这些单位都容纳进来。那现在就是说，容纳进来提供的是什么服务？不是身心障碍者，不是49岁以下的身心障碍者的，就是说服务啊。好、哦，是49岁以下的。你你们自己其实都讲不清楚，然后连那个东西是什么，你都讲不清楚。让这个案子稍微保留一下，我们处理后面没有比较没有争议的条文，好不好？你们赶快再去沟通好吗？ 好，我们先进行这案先保留，然后第五案，第五案查现行槟榔成瘾戒除，国民健康署故有委由民间财团法人协助办理，为其中戒槟专线之建制，仍有别于戒烟戒毒专线所采取之免付费电话，而以一般室内电话方式提供，为鉴于各地方卫生局下班时间时，中央之戒槟专线将成为成瘾治疗之重要联系转介窗口。免付费电话及有助于戒槟民众之可接近性或可提升戒槟之成效，为建请卫生福利部检讨戒槟专线之设置方式，评估改采免付费电话之可行性及成本效益分析。提案的委员李彦秀、蒋万安、陈一鸣宣读完毕。是不是国建署来回答这个？没有，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哈。好，我们国建署来处理哈。好，接下来第六案。第六案鉴于宪法征修条文第十条第七项及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21条以下居民及身心障碍者保健医疗权益之保障，增加身心障碍者医疗可进性为卫生福利部之职责，殆无异议。以牙医为例，相较于新设身心障碍者牙科部定专科，强化医疗环境，改善就医便利性，更有助于身心障碍者接近使用医疗资源。盖部定专科之门槛，恐成为有意提供身心障碍者医疗服务之牙医师之障碍，反背于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之初衷。原建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拟具改善身心障碍者就医可进性与增加医师参与身心障碍者医疗服务诱因等之方案。提案的委员李彦秀、蒋万安、陈宜明宣读完毕。请健保署来，我们会跟那个新口司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是新口司哈，来研议哈，一个月内没问题哈。没问题，嘿。好，好，谢谢，那没问题。来，谢谢。那个第二行的以下要删除哈，那个是罪字哈，是吧？好，第21条哈，好 ，OK。来第七案。第七案，建请卫生福利部考量，依政税波动幅度大，烟税预期长期下降，无法支应迅速成长的长照需求，且建构长照制度应有稳定、永续、充足的财源规划，卫生福利部应该向行政院积极争取更加多元稳定的财源。提案人委员李彦秀、蒋万安、陈宜明宣读完毕。好，第七案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哈。好，我想来，那在第八案。
第八案有鉴于日前民间团体筹组打破长照共产主义行动联盟于11月20日于凯道抗议目前长照制度，建请卫福部应于一个月内针对其要求提出完整报告。提案人委员陈怡明、蒋万安、李彦秀宣读完毕。好，对这个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吗？哈，这照护师的吗？没问题哈，一个月内提出相关报告哈。那个陈一鸣委员，那个没问题，好 ，OK。对不起，第九案哈，有再有一个临时提案，来。第九案有关长照 2.0 居家服务目前之规划草案，面临给付金额设算太少，缺乏培力服务团体与照管中心的时间资讯系统未完成准备，更没有进行服务使用者之宣导。前述四个问题未获解决前不得实施。提案人委员吴玉琴、王龙章、邱泰源宣读完毕。好，这个部分是刚刚我们临时提出来，真的是非常担心忧虑啊哈。部长，这个你要不要回答？因为你们四个都还没准备好哈，昨天才开完会，然后1月1号说要实施，你要把大家吓死了。你的宣导的时间都没有，然后对话的时间都没有。这个部分是这样，那个。评估的问题是本来就让 各县市来选，各县市现在都全部都选那种新制。那昨天报告那个这个给付的，那个确实是需要时间了、啊。本来就要我本来是想法是过年之后了，过年哈、哦、过年也会有一点乱嘛，所以过年之后大概3月左右，那这个时间好大家来沟通来协调，把它修正的更大家可以做，实务上可以做了。在2个月你就可以执行了，两个月还是3个月？3个月，我是希望3月啦。当然，如果大家还不放心，4月也没有关系。这个中间就要密集来沟通。服务使用端也没有沟通哎、欸。对对对啊，这个就是大家好好真的是好好来沟通啦。因为完全正确，我还没有执，我还刚还没有时间执行嘛。其实你的服务时数在下降哎、欸，吓死我们了，比我们原来的还少哎、欸。嘿，这个实在是怎么福利会倒退呢？我看到都吓了一大跳。我想小英总统要承诺我们的是更好的服务哈，怎么会基本的服务反而比我们原来的90小时还少？这个就是他们拿出来要跟大家讨论嘛。那啊，所以都还没沟通，还剩下10天就1月1号了耶。不会的、啊，不会的，绝对跟大家保证的，不会的。把我们都吓坏了嘿，所以这个事情真的还没有获得相关的解决，真的我们 是好。好，请你不要实施，不要那么急着实施，好不好？沟通好，然后让这个制度整个衔接的更好。好，好哦、因为其实很害怕的是，我们一实施之后，就导致民怨。我相信对你是伤害，对小英总统也是伤害哦。好，好，可以吗？哈，就审慎评估，好不好？哎，好，那我们上，因为我刚刚哎是，好，是。哎，怎么了？提案有什么问题？那个我把那个时间，我有跟陈怡明委员。哦，是1个月的时间不行吗？2个月。2个月啊。好了，让你过一个好年呐、啊。两个月啦，但是加几个字啦，权衡利弊得失，好不好？哪一个文字？针对其要求，权衡利弊得失啦。提出完整的报告啦，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好，完整的规划嘛，长期的规划，好不好？好，能够回应一下民间团体的诉求了。好，2个月塞不要紧啦，过个好年。好，谢谢。那个第八案，我们就在3行修正哦，建请卫福部应于2个月内针对其要求，及权衡利弊得失哈、哦，提出完整报告。OK， 好，谢谢委员，谢谢。好，那我们来回到第四案喽，来赶快说明一下，就是至少规划办理一个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然后后面就没动了，哎对，是不是？好，哎、啊六个月、這個、是，好，那个王委员这样文字可以吗？第二行就是要求卫生福利部于106年6月。底以前，好，针对失能身心障碍者之需求，于各县市及县市、各直辖市及县市至少规划办理一个社区整体照顾服务体系，是吧？没错哈，文字这样 OK 哈，好，好，那我们就这样处理完哈。我们今天处理这个临时提案有9案，那我们就照刚刚的修正文字通过。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下午2点半再继续开会。还没打询完，还没打询完，再让他继续开啊。
休。其实，刚刚应该说。